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我是于谦，我是小月，我是孙悦。优酷 VIP， 优酷 VIP 六周年，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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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号至9月2号，限时五折，来优酷一起瓜分6亿小时会员，优酷 VIP 会员，想不到这么酷，耶！ Yeah.首先请您欣赏相声打灯谜，表演者烧饼曹鹤阳。没事，没关系，我就静静，我就等音乐停了，我在台上说嘛。这个喂，好，哎，有声音。这个谢谢大家伙的掌声啊。嗯，咱们也是好几年都在这个皇家赞比号上这个演出了。赞礼，赞礼，赞赞什么礼？哦，赞礼号啊，开始这个演出，是头一回站在这个船上演出。嗯，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个晕船的现象啊。啊，有吗？是吧？就是听我相声别吐就行啊。这个不是不是，演员别吐了就行。对对对，人演员也吐，观众也吐，你是对外没法交代了。他刚才上场之前就已经开始晕了，哎，确实有点晕。嗯，这个说实话啊，嗯，大家伙可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哪儿人都有，但是呢咱们今天能相聚在这个船上呢就是一种缘分。对，而且在这个陆地上啊，有时候听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都有时候买不着票。是，而且今天大家伙能坐满喽，特别开心。那是当然。当然今天呢也不是说我们俩就是演出是我师父的人一个相声专场。对对对对对，我们两个人呢只是起到一个电场的作用，活跃气氛。哎，活跃气氛，然后呢让大家伙在这个开场的这个情绪还没有稳定住啊，有的没买着水啊，没买着这个吃的的呀，没找着座的观众呢能踏实下来，稳定下来。二一个是什么呢？嗯，让我师父呢和于老师呢两个人把衣服穿上，是他们呢踏踏实实的一会儿上台给各位演出。怎么船上演出就得光着演，是不是？不是有一个跳大腿舞的现场吗？大腿他们俩跳啊？什么呀？怎么可能？我得换上这个演出的服，换上大褂。对对。再者说了，后台又不是澡堂子，怎么可能光着呢？对对，怎么能是光着呢？是是是。再说都光着，师傅也得是穿裤衩那个呀。他为什么穿裤衩呢？他是搓澡的，他是。好，对，倒是干净，挣得多呀。开个小玩笑。是是是。其实大家伙对我们德云社来说呢，比较了解，也很熟悉了啊。只要是华人，都很理解我们。对啊，对我们德云社来说呢，也有一定的认知。对，男子天团嘛。啊，不能这么说。现在那个养成系的男子天团太多了。哦，咱们得说有领域的，有领曲艺界。哎，对了，咱们得说是在全世界吧。啊，全世界，全世界啊，传统艺术哦，传统男子天团，DYS 48啊，好啊，对 DYS 48没毛病。哎，然后我们以后亮相，当然说实话啊，德云社要想走上国际啊，走现在已经走上国际了，国际那名字还是不行。啊，是吗？对，你德云社，人家国外那个组合都是什么呀？什么 Big Bang。啊，对对对，很火，前一阵对不对 ？Big Bang 啊，人家都是英文名啊。对，刚才我说 DYS 啊，缩写吗？这不是 48，这才能火。哦，要说德云社在国际上不能火，对，你就 DYS 48这行。但是 DYS 指的很多呀，这德云社吗？啊，那也可以是第一骚啊，这也行啊，这第一骚也行。对，男子天团骚点骚，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咱们不提这个味道，哎，不提什么味道，没有味道，因为师傅是搓澡的。对，你说的是师傅的裤衩那是第一骚，对，也是搓澡没有换裤衩的，对，没有换的潮啊，对不对？谁说的？就说开玩笑，就说这个名字啊，要想走向国际，嗯，得叫 DYS 48，就显得大气。哎，对了，而且要是说变化的话，这个形式也得变化。怎么变？你上台你就不能穿着大褂什么的，倒是可以。不不不对不对，咱们传统演出就得穿大褂，传统服饰穿大褂倒是可以啊，就是里边不能穿裤子，光着。哎，光大腿，那都露着腿毛好看吗？那东西，你要是实在觉得腿毛太突然的话啊，可以来一个网眼的丝袜。那这毛不从眼里滋出去了吗？哎，谁还不吃点山药呢？你真恶心！你谁还不吃点山药呢？不是，那咱上场好，演员都往上走，这底你别这么走
走啊？那怎么走、啊？你这么走，那就不像 DYS48 了。那应该不洋气啊！啊，你不能一上来就正面面试观众。那你背着身啊，背着身怎么走？背着身，你先把你别人先出来啊，先把两只山腰腿露出来，给大家一种朦胧感。然后，哎，有一个这个动作，然后再回头，大家伙绝对比晕船吐得很。我跟你说。你觉得咱师傅那个头就这么出来好干得了吗？你觉得一会儿他们俩就这么上来师傅肯定不，于老师倒行，于老师揪着头发就出来了。相声不得创新吗？真是就是开玩笑。哎，对对对，当然说实话啊，现在这个偶像啊太多了。那当然啊，小鲜肉比较多，满世界都是。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变成那样稍微有点难度，来不了来不了，对不 对？哎，当然说实话啊，我们这德云社这个颜值也在逐年的上涨啊，不断的在提升。哎，啊，当然男的都挺好看的啊，德云社也没有女的。对对对，传统啊，我们这没有女同志，没有女同志。对对对，而且像我们这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啊越来越好看，啊，注重自己的这个仪表。你这不是仪表，行，你这是仪容，你这是，我告诉你，你还注重自己仪表，你哪有仪表？能跟个人似的活着就不容易了。我怎么没有仪表？你有吗？我戴着呢，我戴着，戴的手表，戴手表，手表也算呀，对不对？有表就行呗，行，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讲注重这些，注重形象，哎，对吧？你像反之啊，捧哏演员就稍微差一点，捧哏演员怎么了？我不注重形象。没，我们这怎么着？那于老师母仪天下，那不挺好的吗？那不是，他就奶孩子了，行？他是母仪天，于老师还奶孩子呢，我怎么不知道这？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多咱的事儿。那头发怎么打的卷啊？头发打卷跟奶孩子有什么关系？产后抑郁吗？不是，于老师这喂着孩子，这边揪着头。哎呀，你可能今天好不了了，我告诉你。就说你现在你现在这个头发像奶完孩子的，我告诉你啊，我倒是奶孩子。就说这个捧哏演员一点都不重，我们还行，我们还行，是吗？对啊，这都胖成这样了，还行吗？我们最近瘦了，没事，还行，是吗？对，捧哏演员怎么了？我们虽然词儿少，但是点我本职工作是这样的，我们挺好的，我们。你们捧哏演员不行，怎么不行？长得太难看，我们丑，但是大伙儿没吐啊，对不对？怎么你们还得把大伙儿给丑吐了是吧？不是，咱就说这意思，我们想得很开，所以我们无所谓啊。不是，关键他们这个演员吧，也不是说光长得难看，还有什么呀？就是反应他也慢，我们反应挺快的，是吗？啊，对啊，这是几啊？一呀，啊，是一吗？你这个太低级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就说反应确实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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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一样。傻子说不了相声，我们很聪明。谁说傻子说不了相声？谁呀？我呀。现在逗哏演员都这么下本吗？那怎么的了？不是不是，咱不能这么说，咱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没没，我们好着呢，我们不傻啊！你看你们有一个尖的吗？怎么了？你往边上看，哎，一会儿上来有一个人叫杨九郎 啊，对啊，那眼睛给你小的，哎，那眼睛小，人家也不傻呀，啊，人家。眼睛小代表就是脑子小，那你这脑子也不大呀。我是傻子呀。这人一旦无耻起来真是无药可救。哎，对对，咱喝得出去。不是，咱不能这么说。还有那个栾云平啊，对，一会儿他也上来的，他居然是大学毕业。那怎么那也捧个演员？那是他居然是大学毕业啊！当然，说实话，大学清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啊。是啊，他清华大学哦。各位，您可能都知道清华大学吧？啊，都知道，国内的高等学府，享誉全国呀。他清华大学学的是装修，怎么样？那你甭管，哎，那人家也是清华，哎，刮大白的。我跟你说，你哎，说我们东北说就是立功啊。我跟你说，行，你歇会儿，哎，你歇会儿，就跟那个没有关系。人家有学历，你不代表人是傻子。就听你哎，我是傻子不是？行，你是傻子。哎，我是吧？你是傻子。哎，我不相信清华大学有装修系。你信吗？现在我也不信了，我是傻子。我告诉你吧，清华大学有装修系。哎，
这是一个骗人的好方法，是吧？别闹，我告诉你，咱说这都没有，你不要老攻击捧哏演员，好不好？没有，没有，但是说，哎，大伙儿可能我们逗哏演，大家这么想这个理论啊，逗哏演员，现在我啊，是逗哏演员，我是傻子，他捧哏演员，我们更傻，行不行？你看看，你看，这禁不住推理嘛，就禁不住推理。这个如果不把自己降下来，跟他没法聊天，我告诉你，对对，他确实，他这，你说我们都干这个了，他站边连话都没有。不不不不，术业有专攻，捧哏演员就是话少。你有什么词儿吗？不是，哎，咱不能这么说，大伙是不了解。说相声之前，我们学习的都是一样的，最后是分工的时候，他可能逗哏，我捧哏。之前咱都一样。真的，我觉得捧哏演员技术含量很低。是吧，就是你不用是个健全的人，就是眉毛以下摊子基本上就能当捧哏演员，有时候你眉毛会动，有个表情就可以了，我们连话都不用说。哎，对了，你一歪头就死去了就行了。哎，你基本上就可以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有什么话呀？没有话呀。你平常你练习，你看这就够了，对不对？有个反应。我们有病，我们站边我们就这样，我们对不对？而且你说你们有什么词儿吗？没有什么词儿要背啊。谁告诉我们有啊？这是 A U O A， 去你的吧！完了，就最后一个结束语比较。你等会儿，我们是你这么轻浮的这么说吗？我们这去你的吧，我们是这样，我们这属于健全的，我跟你说，要不健全就是。哎，就完了。你要是于老师这样的话，奶的孩子都飞出去了，我告诉你。我抱着孩子呢。你说你不讲理，我们这是基本功，台上我们词儿也不少，我们有什么词儿啊？你说什么我们就跟着来。其实捧哏演员都不用说跟我们逗哏演员站在一起练习，没事逮谁跟谁捧哏啊，人家打个电话都能捧哏。嗯，是哦，还哈，挂了吧就行了。就这吗？那你要这么，我们平时我们还跟导航玩呢，我们前方路口走着，好嘞，我们还这么玩呢，我们还有严重的自闭症，你看见没有？甭管什么乱七八糟，哪儿我们就不行了？这是智商的事儿啊，咱真是，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胎里带的。你不爱，你不能这么说，这是胎里带的。你看他就是，尤其他这个智商不够啊，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哪方面？你说来，你说哪方面？哎，你是不是胆儿挺大？我胆儿还行，是不是胆儿挺大？挺大，是吧？啊，他敢生孩子，是吧？你等会儿，就是，你等会儿，这生孩子跟胆儿大有什么关系？就是你敢遗传给下一代。那你怎么敢生孩子呢？我是傻子，我无所谓，我是无知，我不懂，无知者无畏啊。再说我们那个叫意外怀孕了，那个行。那你怎么没去大铁棍子医院呢？你怎么找童主任？我们不需要，行，童主任退休，找咱师傅就行。我告诉你，不是他在这。关键你看那个起名字这个方面，我觉得各位来说，这个名字是带一辈子的事儿啊。对，那怎么了啊？他给他们家孩子起名字特别可乐。哪儿可乐？叫哼哼。我们叫哼哼哼哼哼哼。你是个傻子，我告诉你。行，哎，大名，大名啊，大名叫朱什么来着？我想想，什么朱什么叫话？没听，姓曹啊，也姓曹，是吧？叫曹大傻，是不是你儿子叫？你儿子叫二傻，对不对？干嘛得论资排辈？看人孩子乐得都欢，我告诉你啊，你甭叫曹什么？你甭管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指不定你说出什么来。你叫曹，你不如我们家这。哎，我要说我们家孩子大名叫什么，你敢说你们家孩子大名叫什么？这有什么可不敢打赌的呀？敢说啊，各位，我刚给我们家孩子起完名叫曹京泽。对，你说你们家还叫猪什么？不叫烧什么？得说，你得先烧什么？烧麦呀，啊，怎么的，啊，不是烧大名，谁问小名？你哦，爹是烧饼，儿子叫烧麦，对不对？再生 一家子主食，对不对？别，没有说主食，我们还有一个，要是要二胎的话呢，我们就准备叫烧烤，好不好？好，是吧？这样的话，那个全国人民基本上就都，各位可能不了解，之前他们家孩子没生时候，我给起名了，烧火轮、烧火棍，这不都挺好听的吗？一个男孩叫烧火棍多好，你瞧，这个是男孩这个事儿。不用在名字上面体现出来，好不好？烧火棍不好听吗？烧火棍，怎么男孩就得带个棍儿，是不是？这显得结实啊，这不是？没听说过，没毛病，对。那大名也好听啊。行，听听啊，他们家孩子大名烧什么？烧什么像话吗？啊，姓朱，姓朱，叫朱一百。乐乐什么？乐什么？
这有什么真事儿啊？可乐的吗？这他给我发信息说，孩子有两名，一个叫朱一百，一个叫朱九百，你看叫哪个？我说叫一百吧，一百还好解释。他说叫九百，九百啊，显得多，大家猜不着什么意思。对，我妈还说叫朱百万呢，对不对？朱百万，百万才多少钱？你直接叫朱亿万多好。不，亿万不行，亿万、啊，亿万是个懦夫。哎，对，亿万。男孩儿改俄国名了，是不是？亿万懦夫，亿万是个懦夫，什么乱七八糟。再说这名字有什么可乐？这也不是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啊。还那刚才那大哥，你看你乐，你叫什么名字？名字都忘了，我跟你说吧，你适合当捧哏演员，我跟你说吧，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哪儿你就捧哏？怎么的了？这名字你说那没用，孩子传宗接代，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咱不能说咱智力遗传怎么着，反正我告诉你，我们捧哏演员绝对不是傻子。各位，我跟你说一个小细节，什么细节？这个人打小没震过荞麦皮的枕头。啊不，我是小的时候震过，但是后来就不震了。知道为什么不震吗？我不知道啊，因为他脑子里边有水儿。他一阵荞麦皮的枕头，他发芽，你知道吧？合着我睡觉往外躺汤是怎么着？对，小时候你说他家吃那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呀，都是放枕头里头，第二天就发芽了。我跟你说，哎，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呢？你这个真是这样。哎，咱不带人身攻击的啊。没有。那你要这么着，哎，我告诉你，你妈跟我说那个话，我都不好意思。你可拉倒，你妈还说呢。你小的时候老问你妈，妈妈妈妈，我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怎么我这老哗楞哗楞的，是不是？你别闹，我都怀疑你妈当初生你的时候把你丢了，把胎盘养大了。我告诉你，神经病啊！不想理你。这个人太恶毒了，我跟你说吧，这不是恶毒，没有你这么聊天。你等会儿吧，合着我妈妈是收脐带干细胞的，是不是？给我装小箱。你甭跟我说那么专业，我告诉你，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跟一个胎盘说相声说十多年，我告诉你。你这各位，你们见过胎盘戴耳钉的吗？那不扎漏了吗？那不，羊水都让他喝了。你少来这套，你有意思吗？老叔，我们不行，我告诉急了，有你这样的吗？你有什么可急眼的呢？你说咱不是，哎，咱不是急，哎，你老说我们不行，那我考考你，你敢来吗？还敢考我？对，哎呦，你算考对人了，行吗？你算考对人了。对，你们家老二还叫烧烤呢，我就考考你，我告诉你，考对人。行，好，就一句话，多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行。啊，我是你爸爸这事儿你知道吗？你溜达溜达，你问你呢，你回答呀，这得。我回答什么呀？我回答，你有点开玩笑了。谁敢？对，你看这不是，等我们反应多快，你看这叫什么问题？这是、哎、对，哎，要我就能回答呀。回答什么呀？你问我呀。我是你爹。不是，你得问我刚才那句话呀。我忘了。他是个傻子，我告诉你。我忘了。你甭来那套，你看你回答。这就属于占便宜，这叫问题吗？机智反应啊。你要问我这句，我就能完美解答。还能完美解答？对。哎，你看捧哏演员吃亏吃出理来了，你看没有？我们多咱吃亏了。那行、啊，我是你爸爸这事儿你知道吗？我是孤儿。行，看看啊，看看，各位知道了吧？知道胎盘和孤儿的这个关联性了吧？少来这套，有是孤儿的吗？那怎么来？避重就轻，不回答。我告诉你，人家讲究那个题呀、啊，人家得有问题。小时候上过学吗？啊，上过。啊，一看就逃课了。人家得有答案。我长了一逃课的脸，可能是啊。人家得有答案。行，好，那行，那你有吗？当然有了。你有，来一个。我给你出一道。邵老师，您稍等，邵老师，您先把脸这毛扽的好不好？啊。哟，这是哪个女的头发这么长？我可能找一秃子，我跟你说。得是应用题啊啊啊！应用不是数学题吗？数学就是数学呀、啊。行行，那来吧，行吗？行，我告诉你，明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啊，我告诉你，确实我无所畏惧，因为我数学打小就不好。但是咱敢来，咱甭多，啊，不多。对，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一百，行，差不多。我有点恶心，我有点恶心。行好，一百以内的，一百以内，来，好，来船又晃悠了，来啊，这应用题懂得看重点，对，听着啊，嗯嗯，应用题，请听题，嗯嗯，家庭啊，家庭题，不应用题吗？怎么又家应用题？家庭应用题，哎，家庭应用题啊，行，好，来啊，听听啊，嗯嗯，说这家啊啊这家啊哥俩，俩孩子，对啊，哥俩，哥俩啊，有亲属吗？就这家除了这哥俩以外是都死绝了，对不对？
那你不是孤儿啊？不是，你这题不严谨，你得说这家里小辈儿就这哥俩，就哥俩，不会再蹦出别的人了吧？哥俩啊，行，哥俩，请听题啊，哥俩，你也考不了试题，对，我就得还有套里边，你在卷子上都写满了，对不对？也是，还得给考官问题呢，就哥这哥俩，哥俩，好，哥俩，哥哥，哥哥啊，今年八岁，哥哥今年八岁，嗯，这是重点，好，八岁啊，八岁，八岁啊，哥哥八岁，弟弟呢？弟弟啊，是哥哥岁数的一半，哎。这是重点，重点问，哎，就猜着了啊！问，来来来，问问，哥哥到一百，啊，一百，啊，弟弟多大？五十，五十，没毛病，我告诉你，五十，就这智商，智商堪忧啊，各位，对吧？你看是不是没毛病？是不是？你看看对吗？哎，我估计各位可能小学都没毕业，哎，我跟你说，哎哎，我以为我不行，哎，行啊，行啊，没问题啊，行啊，我跟你说，哎，从此真的。一个傻子的骄傲诞生了，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舞台上。你怎么这么骄傲呢？你废话啊！十亿那家伙错了，别闹！我告诉你，应用题咱得画重点。你刚那个一半就是重点，我告诉你。你能好好听题吗？你哇，你再来十遍都一样。哥哥今年八岁，对，八岁我记着呢。弟弟是哥哥岁数的一半，是一半，我知道。几岁？四岁啊。哥哥一百，弟弟多大？五十啊。一半嘛，对不对？你呀，啊，属驴的。我怎么会属驴的？你怎么那么犟呢？我没犟，我就这么想的。我没这个哥哥在你的题里边啊，可能是弟弟的亲爹。真的不是你，当时我没明白，可能是亲爹。我不对，我觉得我这对呀，啊，没毛病。这个哥哥八岁啊，是八岁没毛病。弟弟是他一半，四岁，四岁啊，对呀，啊。哥哥一百啊，一百，弟弟五十啊，啊五。九十六啊！各位，这属于送分题吧？不是，是不是，哎，是不是属于送分题？这玩意儿，你等，哎，你等，这个不赖我，谁让你刚才强调一半呢？你不强调一半，不就没这事儿了吗？那还叫题吗？啊，不，那倒也是啊。我就说我数学不好嘛，你这你这也太不行了，你这也。那你要这样，我给你来一个，你敢来吗？来，我给你来一个很简单，动物题，好不好？动物，哎，动物题，对，啊，动物情景题啊，挺好啊。说啊，动物情景题，对，情景再现题，对。好，哎呀，有一个小耗子，你知道吗？叽叽叽叽叽叽叽，耗子知道吗？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现在我不想理你，我告诉你，有一个小耗子，嗯，还有一个大狐狸，知道吗？也还叽叽叽叽叽就那样的，对，我看一大傻子，我就怕你问狐狸，狐狸也叽叽叽叽叽，就反正我都是尖嘴嘛，反正狐狸怎么能是叽叽叽叽呢？狐狸应该是啊，你呀，啊，你可能是个骚狐狸，我告诉你，对对，这就哪有这样的狐狸啊？狐狸不是骚吗？狐狸，啊，你身上全是味儿，我告诉你，就是听好了，就这俩，就俩，一个小耗子啊和一个大狐狸，这俩人啊吵起来了啊，吵起来了，俩人约着在河边打架，这俩怎么吵起来？一个叽叽叽，一个 啊，这怎么吵起来？对，就这叽叽，你太味儿了啊！我就是味儿，就这样的嘛，就吵起来。对，啊，俩人在河边打架就打起来了，啊，这会儿呢，俩人就动手了，动手之后咚。飞出去一只掉河里淹死了，问你飞出去的是谁？耗。为什么？小啊。不对，狐狸啊。啊，狐狸啊。为什么？不知道啊。就不知道你打狐狸，就耗子去呗，可能。不对，那什么人？因为啊，狐狸啊狡猾。还一半，呸！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们鼓掌是出于是羞臊我还是乐他，你啊，羞臊你，还有对大傻子的一种安慰，你管不着。我这个谐音题呀，啊，这是那，这哪是情景动物题呀，啊？啊，迷惑敌人啊，狡猾啊，对呀，啊，对，狡猾了，对，没毛病。看孩子再告诉你一遍，对，不是孩子，我听见了，我听见，我是傻子，不是聋子。谁说你不是聋？你不是聋子，你带俩助听器在这儿，我告诉你，带助听器多了，一会儿还一带助听器上来呢，我跟你说。哎呀，
行行，你不知道谁是傻子，我告诉你，净来这个题，嗯，啊，嗯，行，我也给你出一题，还有，太多了，来，你来，算术题，我说了我数学不好，怎么还算数题？十以内加减法，行行，这回行，啊，这回踏实了，他自信，这我自信，对对啊，好，嗯，听着啊，听啊，好，嗯，菜刀知道不？菜刀啊，知道，嗯，切墩儿的，对对对，啊，我家里边有十把菜刀，你买，你砍人呢你，我买那么多刀干嘛呀你？我磨刀的。行，好行啊，十把菜刀，好，私生活不管的，十把菜刀。丢了一把，还剩几把？九把，十以内很简单。再丢一把，还八把，八把，嗯，哎呦，这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送分题，这个你给我躲开，你给我躲开，我问问你们，怎么全是女同志答应的？怎么？哎，你不错了，你都是个孤儿，就别挑了，对不对？挑什么男女呢？对不对？你找着一种父爱就可以。别废话，你这可太缺德，这跟刚才我问你的题不一样吗？是不是？这不是个送分题，这不叫题，我宁可猜你那一半，我都不猜这个。我告诉你。还得叫题，得叫题，怎么叫题？怎么叫题？你得动脑，你弄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是这种，这我不会呀、啊，我这行啊，这还得说啊，这种感觉的是吧？不是，你不用那么骚，对，咱就正常感叹就可以。行，这简单，这简单，家庭伦理应用题，咱能不能别那么多标签儿？咱们我记不住啊，好蹭热度。行，好行，来，听着啊，好啊，我给你出一个 来出好，嗯，一个应用题了啊，行，应用题好。说啊，嗯，有这么新婚的夫妻俩，哦，新婚夫妻俩，哦，哎，新婚夫妻俩，嗯，男的呢，嗯，一直在外边工作，哦，出差，女的呢，啊，在家上班。哦，在家上班。哎，两个人呢就一直没有机会啊，啊，说照这个婚纱照。哦，这找个时间就照了呗。终于说有这么一天啊，啊，这个男的呢，啊，从这个海上啊下了船回来之后啊，啊，跟媳妇儿说照个婚纱照。你等会儿，海上下船回来，你说的这人在船上呢？你看，来，值不值得思考？真实事儿，你这像谁呀？然后下了船之后呢，啊，跟这个媳妇儿呢，啊，拍一组写真婚纱照。哦，写真婚纱照两回事，一个穿衣服，一不穿衣服，两回事儿。这个，对，啊，行，我想多了是吧？啊，好，行，对，行，啊，就到这个荒郊野外，那是写真，照过去，写真，我想，荒郊野外啊，得有人给他俩照啊。那还是穿上点衣服吧，有外人在，有穿着衣服啊，穿着衣服啊，有双鞋啊，那个那管什么用啊你？扎脚着屁股，这就穿双鞋在这照，扎脚啊，扎脚啊，不得。行，哎，说正经，没说照鞋，重点，好啊。因为啊，这个丈夫呢老是出门在外啊，是这个女的呢就有点移情别恋，哦，跟这个照相师啊，啊，俩人就对上眼神了。这么快就对上了，哎，哦，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哎，挺神奇啊。平时呢，您这个不是一个色情小说吧？您这不是？没有、哦，没有色情小说。你要不拦着都讲完了。哦，行，好。这个男的平时啊就不怎么会说话啊，话比较少。嗯，平时呢就是跟女的就是简单的沟通啊，嗯啊，这是去你的。栾云平，对不对？哎，然后想起别人，这男的呢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就是不敢睡荞麦皮枕头。还是没多了，是不是？听题，好。俩人啊，在这个拍照的过程当中啊，啊，跟这个摄像师啊，啊，这女的就产生了爱情。啊，在这个男的一不留神的时候。哎呀，真磨叽这题，跟这个摄像师啊，啊，俩人就把自己的爷们儿给杀害了。悬疑题啊，行了，破案的是不是？行，好，就拿照相机呀，啊，给照死了。你怎么不说拿照相机把魂儿照出来了呢？哎，你那是封建迷信，你给我躲开，就拿着他照相机给照死了，就给怼死了。哈，到底照相机怎么给人怼死的？你告诉我，这
你别听听，反正就死了。行，好，死了啊，死死。俩人呢，就把这个尸体啊，就给沉在啊，尸沉大海。哎，不，没有没有，那哪有海？荒郊野外有个小湖，小湖哦，沉湖里了，沉湖里了啊。石指望啊，没有人察觉，啊，是是。可是啊，有这么一天，当地的有这么一个老头儿啊，听听啊，这重点。当地的有这么一个老头儿，在这个湖里边啊钓鱼，刚扔下竿啊，就感觉咬钩了啊，咬钩了，越拽越沉，越拽越沉。啊、请问，钓上什么来了？新郎？不对，那是狐狸。哎，狐。合着你这题现编的，是不是？没我那狐狸，你这还编不出来呢，对不对？我跟个傻子这儿，我还听呢，我。你不是跟傻子？你给我躲开！你给我躲开！你给我躲开！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骗人吗？你算了算了，你这样来，我给你来个好，我给你打个样瞧瞧吧，好不好？还有题，我给你来个好的吧，我告诉你，你看，咱要来，咱来传统的，还有传统的，咱来传统的，金琢磨金猜的，你这都属于脑筋急转弯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听好了啊，我告诉你，咱们呀，来一好题，好题，好，听好了啊，来传统好题啊，听好，说，有一个大学教授，怎么样，传统吗？大学教授，对，有个大学教授，这个大学教授呢，由于长期搞科研，掉头发。那是高峰高老师，这是。行了，今天一个都没抛了，我告诉你，对。然后头发就特别的少。嗯嗯。从正面看呢，这个教授啊有三根头发；从背面看有五根头发。问你究竟有几根头发？五根啊。你再好好想想。三根四两根五根吗？不对，你再想想，想想题，怎么呢？正面看有三根，背面看有五根，问你究竟有几根头发？不知道，人家都猜没了，究竟有几根头发？啊、哦！你怎么你让人揪头发了？是怎么着你？你怎么我感觉谁抓着你前列腺了？是怎么着？你什么表情？哎，这个题真好，真的啊，该咋是咋。这题真好，就冲这题，我觉得你应该给我颁一个最佳表演奖啊。为什么呀？要没有这表演，估计大家伙都乐不了。我就感觉你肾疼，现在就你这题，这大家伙都猜着我这不乐意勒你。我告诉你，那咱这也叫题，那总比你那钓上一狐狸来，这叫什么玩意儿？你各位听听，他这题目都不跟题符合。怎么了？传统的灯谜出了一大学教授，这不是迷惑敌人吗？大学教授是传统人吗？怎么他不正经啊？他不，咱不管私生活。对，咱现在不聊私生活。对啊，对不对？你上过大学吗？上过。那看来你是你行你别，我没什么好话。我告诉你，大学教授传统题，你得猜点那个中国传统的。你传统题就非得来传统的？你这行，好，那你来传统的。我传统的吗？好，来传统的，对不对？我来吗？你来。那咱俩就不能白来了。那怎么着？你传统的，咱说相声，咱传统，咱指着挣钱。我出一传统题，我也指着。你别闹了，咱刚才说半天了，咱就斗智斗勇，咱没有钱的事儿。你也闹，你传统题就得来点带钱的。你带什么钱？别闹，我兜里没钱，我就带了100美金，我还想去赌场玩会儿呢，我还。拿你给我吧。为什么？你输了。我凭什么呀？我你好不容易凑100块钱，享受过程吗？不是，你甭来这套，你别不赌钱，不赌你这太多了，你赌什么钱呀？你那赌钱不赌？嗯，赌命吧。赌命这怎么赌？你别那赌命，你这血腥暴力，不行。赌眼睛？你净赌着眼睛怎么赌？你告诉我。我说一，你猜呀？啊，你没猜着？你抠一眼珠子给我呀？真恶心！不是，那我要猜着呢。我还你啊。合着礼拜里没你什么事，就折腾我一人玩。我抠啊，我抠的。你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你换别的，换别的。那你这，你多少你得带点钱，咱别赌美金，咱就来100块钱。100块钱什么？人民币？日元好不好？100块钱，还能省点呗。
你看，行行，人民币100块钱，好，100块钱，来，我帽子上还挂1000块钱日元呢。好，行，好，100块钱啊，嗯，100块钱，传统的啊，行，你得给个范围，打一个咱们民俗的一个活动。民俗活动，传统不传统？这个太好了，传统艺术的演员，我告诉你，什么都研究，这没问题。听着啊，好啊，说啊啊，请问，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3头6耳，8条腿，1只眼。我琢磨琢磨啊，我也琢磨琢磨吧。条件太多，我都没记住。刚才他说什么？三头六耳。哎啊，猜着了。猜着了，猜着了，快快说！不是你等会儿你怎么这么激动啊？我也听啊，不是等会儿等会儿，这不是你的人品，这个我主要是听你说，你要耍赖的，我没得耍。你瞧瞧，我能耍赖？行行，好，也正常。你说太多我都没记住，我要就是什么有一个三头，有一个六耳，是不是？我就听这俩，我就猜着是什么了。来，不是民俗活动吗？哎，耍狮子的对不对？对得上吗？当然对得上了，肯定对得上。你问，你不信你问，来，你问。三头，你看啊，狮子得有个头吧？对。耍狮子需要俩人配合，俩头，三头。你看对吧？六耳更简单。你想，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一个脑袋上准有俩耳朵。你看三头，有三头的必有六耳。八条腿，刚才说这个了吧？八条腿是吧？八条腿也对呀、啊。你想，注意没注意？狮子有4条腿，耍狮子俩人4条腿，8条腿，没毛病。1只眼啊、什么？一只眼，没有，刚才没这个，说别的来。谁说没有啊？有，没有？你刚才没说有，一只有吗？我怎么没注意？有吗？刚才一只眼有吗？你看，有，他们也在问我有没有。说那句，有，你看看。那你要这么说，你要一只眼，那我这就不对。你看看。孩子都说没有这东西吗？行，怪我吧，但是我认输，好不好？那你说答案吧，来吧。说什么答案？我给你出一个好猜一点的。你不说呀？远看呀是这个游轮，近看是游轮，游轮是游轮，就是它没油了。行了，没油的游轮，来歇会儿吧。不是，就是它不走。对，没有油。对，我知道。来，远看是来，我不远看了，就近看，就看眼前。来，说这题答案，给你100块钱，一会儿回房间就给你，好不好？来，100块钱。这么着吧，100块钱呢就不要了，因为什么呢？你在船上你也花不了，是吧？咱要都刷卡，要什么钱呢？对不对？咱俩就别提钱了，好吧？就你知道吧？怎么地？不，你不行，我就想知道他给你钱。我这人我告诉你，只要答应了，虽然抠啊，答应了就得给这钱，我给你100块钱。不要，我给你200，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别涨价啊！你说说，不，这不是涨价吧？我就好奇，我这是好奇宝宝，就爱学习。我告诉你，来吧，好奇宝宝就爱学习，来，给你200，来，是吗？我想想啊，什么啊？对，就问这个，什么？对，你快点，你快点，别催啊！你催我，你先吓回去了，给我，你快点，那张嘴就来嘛？这答案，你快点，别着急啊！嗯，奶奶的。怎么干嘛憋着屎呢？是怎么着？你赶紧的，你快点。我奶奶吧，有你奶奶什么事儿？你别闹，你赶紧的。我奶奶呀，不是没问你奶奶，我问答案。抱着猫吧，我管他干嘛呢？你快说答案。坐三轮车。哎呀，谁问你这个了？我答案，就这个。什么？我奶奶抱猫坐三轮车呀。你奶奶抱猫坐三轮车啊？这是节日活动啊！这是，你奶奶干嘛出去杂耍去了？是怎么着？这怎么的？怎么不？他那个逛北京胡同吗？胡同游吗？你先，我不管他干嘛去，你能解释吗？能解释。好，行，来吧，三头，你看啊，我奶奶得有脑袋吧？对，你不可能你奶奶满马路跑枪子，对不对？对，哎，对，好，对啊，对，奶奶猫得有脑袋吧？对，猫也不可能是枪子，蹬三轮得有头吧？对，没见过没脑袋蹬三轮，对不对啊？好，三头好，哎、六耳，你说有三头必有六耳 啊？对，这是我说的，行，八条腿，你看猫有4条腿吧？啊，是我奶奶俩腿吧？蹬、哎、三轮得有俩腿吧？哦，八条腿，好，一只眼，你糊涂啊你？奶奶快好，我奶奶一头吧，猫一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吗？不是我问的一只眼，有三头必有六，你说的呀。我问一只眼，你糊涂，猫4条腿，我奶奶2条腿，然后蹬三轮2条腿，这不8条腿吗？我问的一只眼，一只眼，对，我奶奶双目失明，抱着瞎猫蹬三轮的啊，一只眼，我去你的！
下面请您欣赏电影《风云》，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反正说相声是个挺开心的事情啊，是晃晃悠悠的啊，嗯，你们有运船的说一声啊，别我说着半截你吐了啊，不至于，关键是怨你是怨我呀，嗯，刚才是烧饼跟曹鹤阳小哥俩，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去了，嗯，这个大船上我们是第三回演出了，对，连着三年，每年都来，嗯，特别的好，特别的开心，哎，也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是。对于于老师来说，你们也都熟，啊啊，跟我一块说相声说这么些年了。对，姓于名谦，字麒麟。嗯，谁说的？你先等一会儿。在这个行业里，你现在不介绍不介绍我都可以。您这给我搁到麒麟那儿去了，不像话。不是，你看，姓岳名飞，字鹏举；姓张名飞，字翼德。啊，姓于名谦，字麒麟。没有吧？啊，现在的人没有字儿，有字儿也不能叫这个呀。不叫，姓于名谦，字于谦。那就不用倒腾这事儿。他的英文名有英文名字吗？没有，不能啊！我儿子还有英文名字呢。你说这又怎么说的呢？我那小儿子有个英文名字叫安迪。对，都知道。我没给你起吗？我用你给起吗？可能也是这些年工作太忙了，知道吗？啊，这跟忙没关系。那你叫谁？乔治。我，因为你姐姐叫佩奇，嗨，我一猜就好不了。我不要英文名字，开心不开心？就高兴。真的，我们哥俩啊，合作半辈子了，差不多。越说越开心，有点意思啊。嗯，当然，跟他闹着玩也是常有的事儿。这哥们交情在，不用叫乔治，那多新鲜呢。但我儿子还是得叫安迪。那是呢，您起的吗？啊，这回上船也跟着来了。嗯，你们看看哪儿能看见他？你们跟他玩玩。小孩儿特别可爱。嗯，三岁半了。哦，这么高啊？没地儿往我这儿比什么？那么高吧？啊，小孩儿嘛。小孩儿，这些日子天天给他上课。啊？长大了。哦。要懂事儿。哦。见人要有礼貌。这对。说话的时候要说您。这是规矩啊，而且不允许撒谎，这是必然的。他不懂啊，为什么不能撒谎啊？哦，孩子记住了啊。为什么呀？如果撒谎的话，会长长鼻子。哦，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木偶匹诺曹嘛。对对对对，是说瞎话长长鼻子。对，你跟小孩只能这样啊，骗他呗。啊，嗯，听完了记住了。哦，来之前带他上动物园，是，一进动物园看见大象，他急了。他怎么了？不要脸呐！谁呀？说谎啊！大象啊，长长鼻子。哦，小孩天真可爱，挺好。是，看看他就想起我们来了。怎么？我们现在都这个岁数了，哎，都不小了。认识谦哥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呀。那时候年轻啊，我16岁进北京就认识谦哥了。对，实话实讲。刚到北京的时候，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他带着我到北京那个刚开始有那个5星酒店，那时候少啊，上那儿演出去，看着都傻了。哎呀，没见过。我16、17的时候，一说住店还是什么国营的那个招待所啦，什么就那个旅馆呢。是，北京还有这样的5星酒店，我的天哪，高档宾馆，看着新鲜，纳闷儿。啊，谦哥，谦哥，你看看，洗手间。嗯，洗手间那小便池是，比你们家吃饭那碗还白。没听说过，有这么比的吗？谦哥，这是什么呀？看见什么了？小便池里泡着那个粉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那个球。哦，那卫生球。那会儿不懂啊。啊，谦哥，这是什么呀？我得给解释解释。谦儿，看看。嗯，这可能是谁横的那糖掉了。就这个呀，这是糖啊。说了我还就信了。哦，您这还信了？接完手系裤子出去等他。哦，一会儿于谦出来了。是，我呀，我给我自个儿都说信了，那是。
他说什么咱信什么呀？哎，对，我信了才说的，那是我16岁进北京，那叫北漂。对，漂在北京嘛。人家谦哥那会儿是有专业的单位，那我有个团体，在曲艺团当正式的演员，是是是，一个月挣工资是800块钱，那时候800可就不少了，羡慕的都不行了。你们呀，那会儿馒头是1块钱6个，这都便宜，一天挣10块钱就有了，嗨呀，敞开了吃了就。是是，人家一月挣800，你瞧瞧，崇拜的不行了，不少。后来一想，应该让于谦挣800。我怎么就应该挣800呢？成语上写着了，说什么呀？1800的吗？嗯，嗨，1800的就应该我挣800啊！羡慕崇拜人家，嗨，很厉害。他那会儿戴着个大戒指，哦，绿的，那是翠的，那个名字叫祖父绿。哦，祖父绿，祖父绿，你先等一会儿。嗯，那叫祖母绿，让祖母绿的。那还是祖父绿的呀，那个那就叫祖母绿，正字叫祖母绿、那个、我们哪懂啊，不知道，就觉得这大戒指怎么这么绿啊，胸口这还带着一块翡翠，也是绿的，这么大块啊，水头都荡漾，水头还能怎么荡漾，仔细一看呢，啊，风油精，嗨，那是荡漾了，那行了，别抹了，我倒不招蚊子，是不是看着有身份，这有什么身份呢？我们这么大的小兄弟一大帮人啊，都围着谦哥，哦，跟我们亲哥哥是一样的，这关系好，怕他呀？干嘛怕我呀？啊，往这一站，给我们训话啊！我别抹了，别抹了，不至于，必须听我的话，是吗？顺我者昌，好；逆我者嫖。这上下游我们都给封了，哎。不听话 我就诅咒你们，这诅咒是组织人揍你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步行街，步行街，步行就骂街，这都跟谁学的呀，您这词儿，老大哥呀，什么都不懂，他有辆小汽车啊，开车，开车带着我们出去玩去，哦，走，跟我泡温泉去，呵，那时候是高享受，开心呐，泡温泉，好，拿车拉着我们，嗯，到那儿一下车坏了，怎么呢？今天不能泡温泉，为什么呢？锅炉坏了。哦，那是温泉吗？那个温泉用锅炉烧啊，水是凉的。哦，啊，上车，咱们走。上哪儿啊？带你们上动物园去玩，就闲逛。拿车拉着我们奔动物园。哦，一进动物园看见大象了。哦，于谦急了，说：“不要脸呐！”哎，撒谎啊！你先等一会儿。我亲爸爸告诉我了，什么叫亲爸爸？生我养我的亲爹说，别说了，你把我给安到你儿子那儿去了，是怎么着？你跟他有区别，多新鲜呢！他行二，哎，我行大是吗？自麒麟，我这没听说过，没有这事，瞎闹。天天就看他那么花钱啊！我其实说句良心话，是特别想劝他，劝我什么呀？就这么花钱，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花个钱我要有，我说谦哥，您家有钱是您有啊，啊，咱们哥们兄弟一场，哦，我认为您应该干点什么，哦，想走个正路，你做生意啊，或者干点什么，不管怎么着吧，是是，您别天天这么荒废，老带我们出去玩花钱去，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是为我好，当然，我这话未必对啊，我这也是皇上不急太上皇急，知道吗？这叫什么话呀？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是老话呗啊，我说完了。他父亲在旁边，是老爷子一条大拇哥，说什么？德刚说的对，同意你的观点，你应该听听他的，是你得干点什么了。行，当然啊，我这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哎，这搁我爸爸身上了啊。嗯，大伙儿都劝他，于谦想来想去，决定要干一点大生意。哦，真要干点事儿，他准备要拍电影，做电影公司。或我这头回下海我就拍电影，那会儿来说还是公家的买卖，电影厂才能拍了，是私人的电影公司刚刚抬头，没有第一批，就有于谦，我就下海了。我还劝过他，我说行吗？我说咱们说相声呢，你要拍电影，是外行干这干得了吗？啊，谦乐了，我说你记住了，咱们这叫跨界营销。哦，就跨界好吗？过去说了隔行不取利，但现在隔行才取利。
哦，就取隔行的利，其实也有道理。怎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跨界营销的典范。怎么叫跨界呀？早先的时候呢，他是那个卖糖的，糖，红糖啊、白糖啊、冰糖，各种糖他都卖。哦，后来跨界干什么了？卖胰岛素。这位卖糖的时候缺了德了，这位。好，没让糖尿病者打死他。哎，这硬灌人家糖来了，很挣钱啊。我说行吧，您这个雄心壮志是有啊啊，但你说相声呢，你演电影、拍电影，对呀、啊。他乐了，莎士比亚的那句话你忘了吗？莎士比亚怎么说呢？莎士比亚关于说一千个观众如何如何，你们不知道那句话呀、啊？啊，莎士比亚是这么说的、哦、啊，每一千个观众，嗯，如果每人拿出5块多钱，那可不便宜了。这是莎士比亚说的吗？莎士比亚这话太水了，这个唬得我一愣一愣的呀！啊，你也信了？那就来呗啊、哦！当然，跨界是有它的特征的。有什么特征？你不要小看跨界啊！包括到今天，列位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说，一辆大汽车在路上开着开着，突然间出事故了。嗯、哦，一扭头，顺着这坡下去了。啊、下哪儿的？汽车扎到河里。哎呦，河里有条鱼。哦，让这车撞死了。哎呀！这个鱼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死于车祸。那倒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什么？同行未必把你怎么样、嗯、弄死你的那都是跨界过来的。这是啊，好家伙，这经验这么总结呀、啊、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这一张罗、嗯、于老师决定要做电影公司了。做就试一试，首先说得找剧本啊。啊，依据之本吗？有电影剧本你才能拍戏呢。对，有吗？于老师认识一个编剧，哦，真有，很厉害，是吗？是个励志的典范。怎么叫励志呢？早先人家是个待业青年，哦，没有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怎么样，成为一个资深的失业者。这孙子就是一直没工作呀。学历很高，有学历，马小毕业，做麻辣小龙虾的。你说那大排档马小是？麻省理工附属小学。这嗨，那不有附属小学吗？那个上知天文下知残疾。对，残废啊，是坐那写东西都不带起来的。哦，就高人呢啊，笔耕不辍。于老师跟一聊天佩服上了，人有学问，是一个高产的编剧。哦，都写过很多作品，写过一个非常出名的纪录片，叫什么呀？舌尖上的足疗。多恶心呢这片子。这片子你一听这名儿你就知道，咸滋滋。哎，对，好几天没洗了，这是。嗯嗯嗯，还写过外国题材，什么名字？罗密欧与罗密欧。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伽利略。天文学家。罗密欧与杨梅呀，小白呢？杨柳与罗密欧与祝英台。谁呀？罗密欧与小白。什么？罗密欧这娘们逮谁跟谁呀、啊？对，好嘛、嗯，不怎么样。还写过古装题材，什么呀？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全剑在一块儿了。这次一听说于老师要拍戏，拿出一个文艺题材来，叫什么名字呢？好，这个电影的名字很文艺，名字叫《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这嗨，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这后半句太不上档次了。这一听这名儿，于谦都感动了。就这他娘的蛆啊、嗯！这个电影是不是照着我写的？不是您呢，我要拍它哦，一定把它拍好、哦。编剧说你有眼力，我看我现在就保证哦，这个戏一定会是史上最好的电影。他那意思就是这事儿成型了，就是，是吧？我决定要拍它了，是吗？编剧就把这一大坨剧本都拿出来，一坨剧本干嘛？一摞剧本，反正一摞剧本都拿出来了啊！这一大摞剧本，好家伙，这是剧本啊！你好好比划，剧本有了，哦，一剧之本，对，接下来要找一个导演，啊，那当然，这个导演也是跨界的典范，也是跨界，当年是一个律师啊。什么叫律师啊？就是打官司撺掇人家那个车祸人，什么叫撺掇人家？那叫什么？这打官司那叫律师，是个律师。对了，能力特别的强。打得好，很多官司都找他去辩护。
行吗？有的要判3年，有的要判5年。哎呦，不管怎么样，只要到人家手里啊，最次是死缓。哎，好家伙，往回打呀！死他手里边好几千人了。哎呦，我的妈！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玩意儿干什么劲呢？后来那行不让干了，打律师那行给 K 出来了。哦，改行做微商。怎么又改微商了？做微商做得好吗？一个月挣了有80多万吧。哎呦！那这方面是人才呀、啊！这卖假货，卖假货能挣80多万？卖假货人把腿打折了，保险公司赔的。嗨，那就是说没干他这。哎，一说他也很开心，也行，答应了，我要给你做这个导演。他当导演，接下来需要找投资方，啊，得有钱呢，你得找人，得花钱呢。是啊，哎，认识一个大富商，哦，有钱，大富商光古玩店趁16家。好家伙，你要说饭馆趁30家都不叫事儿啊，这古玩店呢，古玩店呢，是是是，16家连锁的，这多厉害，门口大牌匾啊，古玩2元店。哎，2元店有什么古玩的呢？一进门给一塑料盆随便拿。嘿，好，那盆不能动，盆是值6块。哎，不怎么样、这个、哎呀，一见面就说了，你放心吧、啊、我喜欢。哦，本身我还是电影艺术中心的副新长啊。有这副心长这词儿吗？好，于老师信得跟王八蛋似的。哎，对，终于认识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了。我真信这副心长了，电影艺术中心的副心长啊。呵呵，好，副心长说改天到我那儿来，咱们聊一聊剧本吧。哦，谈细节了。于老师去了。哦，一进门啊，副心长等着了。是，拖吧，给拖吧，拖干嘛呀？钱乐坏了，什么事儿？哎，行还行，我干嘛这想入非非的？把鞋跟袜子脱了泡泡脚啊。泡脚啊！进门有一池子，里面养了好多小鱼儿、哦，干嘛？泡泡脚，小鱼儿吃脚上的死皮。哦，有这么一这个。俩人把鞋袜都脱了，是泡着脚谈这剧本啊，挺舒服。一说这名字，副心长都感动了。他也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哎，嗨，去，别提这个了，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那么感人呢？于老师，这个电影是不是照我写的？啊，不，别跟我抢啊。嗯哦，行，这事儿成了，成了、哦、我愿意啊。是吗？擦擦脚，穿上袜子，咱们吃饭。哦，还行。俩人收拾好了，坐在这儿，开了瓶酒庆祝。好，菜上来了。什么菜？一大盘红烧小鱼儿。吃小鱼儿？嗯，连吃带喝，很开心。哦，吃完饭一身的汗。是，谦儿说是不是还可以再泡泡脚啊？还舒服呀。副心长很为难。怎么？泡脚行。哦，鱼没了。哎，这鱼呢？鱼咱俩吃了。这吃的是鱼吗？那个接下来需要搞定的就是女一号和男一号，得要演员。这个女一号找了一个其实很一般。怎么一般呢？是一个车模。哎，您不懂了，车模都漂亮，叉车的车模。怎么叉车还要什么车模啊？嗯，叉车的车模姑娘还行，就是腿有点罗圈。哎，那衣服一褶不在那个不好褶。怎么不好褶啊？这姑娘这罗圈腿啊，反正要穿着旗袍啊，腿在外头、啊、对。呵，好家伙，他这坐汽油桶上了吗？这不是背着发动机就是一辆车。好家伙，谦爱啊。我还喜欢，真可爱啊。我喜欢。是吗？还没玩过独轮车呢。这什么词儿？这是姑娘这脸啊，反正说得过去。说得过去吗？如果要是整容的话，2块钱就够。那还不错呀。1块钱坐公交车到那儿，大夫说弄不了，1块钱回来。好家伙，就多余去。你这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她呢看起来很好笑。嘿哈，这不怎么样。得了，就是她呗，就认了。便便宜宜的是吧？哦，哪儿不是修好积德呀。嗯，还行了，这个定下来了。嗯，接下来要找男一号，就是男主角。哎，怎么？于老师认识一朋友，哦，是个韩国的男演员，现在特别时尚，韩国明星，韩国的男演员。对，这个人姓朴。怎么这姓？你看有的人乐，我这批评你们啊。嗯，这姓儿赵钱孙李什么姓朴很正常。对，不要认为姓朴就如何如何，人有这个姓儿。哎，姓朴。哦，嗯，叫什么呀？不成。你瞧这么一听，这人就很正直了，是吧？嗯，来说这个叫朴不成，这容易让观众误会。
怎么？而且你以后在中国发展，应该起个大伙儿觉得能接受的名字，起个中文名字。赵钱孙李，你挑个姓儿吧。对呀、啊，韩国人想了想，姓钱吧。钱是很富贵的，姓钱得了，可以呀、啊嗯。叫什么呀？叫不够，钱不够。我说嫖不成啊，你这。这都是人的名字吗？不要这么洋洋脏脏的废话，我哪有这么个名字、啊嗯、挺好，一打电话很开心。什么？因为这个朴先生很久没拍戏了。是啊，他曾经获得了金烧鸡奖的提名。又、嗯、做熟了的那个。不是，就是对艺术很认真，一般的片子不接。是啊，哎，以至于每天在家里就是喝酒，别的事不干，借酒浇愁。每天早上起来来一箱啤酒往那一蹲，这一天这一箱啤酒都得喝了，全喝了。一箱啤酒多少瓶？一箱啤酒24瓶。好，打死我也喝不了。是啊，每天24瓶啤酒，从一睁眼就喝，全喝完。这天早上起来，刚把这一箱啤酒蹲在那儿，嗯，于老师电话来了，我跟他联系。接电话一听要拍戏，高兴坏了啊，挺开心的。是，没想到脚底没站住，嗯、光一下子坐在这啤酒箱子上。好家伙，嗯、站起来一回头，哎，嗯、怎么23瓶了？行了，别找了，怎么喝都是喝。嗯，关键是大瓶儿、啊。这嗨，没有那么大瓶儿。送到医院，大夫说你得就住这儿吧，哈啊，因为伤了扁条线了。哎，这太大了，这瓶儿没有男一号了。啊，得。于老师说我自己演，这对对呀，花钱捧我自己，就自己来多好。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对，别提这个。但是。导演不同意。导演，于老师，您这个脸上有皱纹，那你跟我想象中的男一号那个年龄上差1个半月。哎，太细致了吧这个。嗯啊，把于老师送到美容院干嘛？往脸上打了一泡尿。对，一泡尿，没听说 好多姑娘打泡尿。没有。嗯，哪儿姑娘往脸上打一泡尿的？那叫什么？打一针玻尿酸。那叫尿酸？你是打了你是喝的？你怎么知道是酸的呢？谁是酸、啊、那名字叫玻尿酸。我脸上泼了泡尿酸、啊、不是，打一针先打，打完再泼的。那针的名字叫、啊、最后于老师脸上平整了。哎呀，好，可好了啊，是吧？择良辰选吉日，今天开机大吉，这就要拍戏。这是一个古装题材的爱情故事、哦、还是爱情。于老师扮演的是王子，嚯，那个姑娘扮演的是公主，这是情侣呀、啊。第六，您这个王子的名字叫嗯，独孤孤独咕噜嘟子。哎，好，我这名字也挺拗口。一开始就是公主在山那边，嗯，王子在山这边。哦，一说开始，王子出来了。是，亲爱的老少娘们们，老娘们啊，怎么说？老少爷们儿，老少爷们们，嗯，苍天作证，我独孤孤独咕噜嘟子就记不住，我要娶我亲爱的公主。哦，公主现身吧。来了吗？话音刚落，打山那边。公主出来了，嚯！公主不是走出来的，她是骑着大象，这就出来了。一看大象，于老乐了，我说你不要脸呐！我怎么又来了？下面请您欣赏《口吐莲花》，表演者张云雷、杨九郎。谢谢大家吧啊，各位回去吧啊、哎，注意安全啊！哎，快坐会儿啊！嗯，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会儿座丢了，嗯。又来了，又来了啊！哎哎，听见了啊？嗯。哦。嗯。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啊。就没人音了，你都。我比他们声大，你知道吗？今儿确实啊，是一个好日子啊。嗯。我搭档杨九郎的生日。对对对，非常。好寂静啊！有嗓子眼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真的，九郎的生日，嗯，我的苦日，对，
不是这个老人疼下一辈这个心你们不懂。你先别说了，不知你我都过生日我都逃不过这个，是不是？我都没听说，我别占便宜，不占便宜，不占便宜啊！这是我师父的专场演出。哎，对啊，我们哥俩属于是垫场，哎，中间插缝。嗯，为了让我师父下去喝口水啊，喘口气儿，哎，上个厕所呀。对，哎，然后一会儿他再上来。嗯嗯嗯，这个跟师父，哎，行了，看到了。哦，好好好，哎，好，没看清楚哎。啊，是你，你这眼你看得清楚吗？对，我招你了，我今天跟师傅走过好多站演出，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去年去哪儿了？去年去过台湾。哎，去年我们东南亚我们转了一圈。印象最深刻的是去过这个新加坡。那头一站那次，我喜欢新加坡。哎，那地儿不错，地方真好。哎，干净。哎，特别干净。是。我跟九郎我说别老在宾馆里待着吧，嗯，马路上溜溜，哎，咱们感受一下街头文化。哎，走着走着，嗯，对，过来一小姑娘，小姑娘看见九郎了。哦，看见之后，哎，把九郎搂过来，对着九郎的嘴就亲。对，哟，往死里亲，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当时我都傻了啊！我说，哎，我说姑娘，嗯，我说你是认识他吗？不认识。嗯，你是觉得他长得帅吗？也不是。那你亲他干嘛呀？什么原因啊？新加坡太干净了，不让随地吐痰。对，噗。行，这是姑娘送我的生日礼物，这是啊，像话吗？这都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别瞎逗。其实各位啊，你看我们这所谓的相声演员，不都是啊，就是以打小就学的相声。哦，在说相之前，有的演员都是从事过别的行业，哎，都干过别的工作。我不说别人啊，嗯，各位，拿我来说啊，嗯，我在说相声之前，嗯，我从事过别的行业。您以前是做什么行业的呢？你看，您给我出去。您不是您以前您我听说您不是娃娃腿从小学的相声吗？不是啊，以前干过别的工作呀。嗯。我看您这模样啊，以前是月嫂，是吧？以前月嫂，对吗？你嘴里会说人话？不是，就不管喂奶那种啊，就是专门干活那种。不是啊，说出来吓死你。织毛衣的，我给谁织毛衣啊？我给谁都想织啊？不是，我干什么呢？啊？你怎么那么笑什么呀？这是大生日的嘛？这是这露模样 啊？不是，哎，是干什么呢？我听听。我是一个啊。魔术师，对，你看，哎，人对你的评价多中肯。你们这么热情吗？这是热情吗？这个，我问问您，魔术师，哎哎，您听见刚才人家反应了吗？啊，哎，听见刚才反应了吗？什么反应？您一说您魔术师，您评价多中肯啊，呵呵，哎，多好啊，这个魔术师，你行，哎哎哎，真的，哎哎，行，咱不吹牛了，好不好？不吹牛了 啊！怎么还魔术师？不就说相声的吗？小时候唱太平歌词的吗？我别的不说啊啊！春晚看过吗？春晚，啊、偶尔也看啊，偶尔、哎、偶尔也看啊，看有谁了谁、啊？春晚上，那些个魔术啊，我都会。行，差不多得了。行，哎，我们信了，好吗？不要再说了。您别，您还魔术？你上术你都费劲，你还魔术？上什么了？这有术？传人有术吗？下船不？哎哎，我这关了。这个吓我一跳，干嘛呀你？哦，吓着你了是吧？对对对对，不是我意思，咱不吹牛了，咱你不会变魔术啊？当然我不会变。春晚上那些个魔术我都会，是就是前几年都会。台湾有一个魔术师，一上春晚就火了。谁呀？于谦。啊。你先等，你先一上就火了吗？你先等一会儿。大菊花烫这。不是，那不是刚夏天那位吗？这不是，啊，于谦，于谦是说相声的，不是，就是那个他到结尾啊，有一句这个台词，台词，接下来就是见证名记的时刻，就那个是见证红灯区的时刻吧，这事儿我想，唰，下不是这么说的，人见证奇迹的时刻，奇迹是人也不叫什么于谦，叫什么呀？人姓刘，刘，人叫于刘，不，于刘干什么？人家叫刘谦，刘谦、啊，哎，对，记错了、啊。后几年不知道他为什么没上，谁知道？他可能是因为档期的原因，是吗？上了咱们大陆的一个魔术师，谁？他可以在鱼缸里变那个金鱼啊！哦，有印象，有印象。这个魔术师姓傅，
叫复言复言复复复言节，对，复言。不是你、哎，咱别接下茬儿行不行？哎，你魔术好，不是，等唰金鱼出来了，这你先等会儿。傅炎杰变金鱼啊，那变得出来吗？那个变得出来？哦、你这么肯定呢？你傅人不叫什么傅炎杰，这名字叫的多消毒啊！这名字我就哎，不叫傅炎杰，叫不是东东东东东的傅炎，傅炎东，傅炎东，对。哎，我不记得有个傅炎杰吗？你可能是渴了，我告诉你，你可能打死你！啊，你生日我你生日礼物就是这个啊，傅炎东，哎，我都行。我跟你说，他们就这些个魔术我看不上，还太低端。低端，不是你能变什么杰呀、啊？我问问，什么杰？不是您能变什么呀？我啊。会一个魔术，到现在 啊，整个魔术界就我张云雷一个人会。我这还是个绝活儿，这个。嗯、不是，那我听见您会什么呀？您口吐莲花。这听着还真是，你看这。谢谢。哎，人这节目听着人就比较稀奇一点。哎，我问问您，什么叫口吐莲花呀？什么意思、啊、这是口吐莲花，口香着了啊，抠一挖口，对，不是，哎，你是不是有伊拉克的血统啊？你是不是，我这拼音知道吗？拼音是怎么念吗？还抠一挖口？对啊，拼音嘛，上过学吗？ 你谁没上过？没学历的东西，您跟我学吧，好不好？口，哎，跟我念，跟我念 啊，跟我念口啊。口呦呦呦呦呦口，好不好？口咱就口吧，口、哎、就行了，可以了啊。口啊，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口吐莲花，不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个各位别录像啊，特别神秘，不要往外传啊，管不住这玩意儿啊。哎，您随关了，关了，告诉你关了呢，我就不。老吓人家干嘛呀？主要是吓你，我告诉你。开美颜啊，开。您管得太宽了，您有点儿。哎，您随随便便啊，给我往这端一杯水来。呵，当着全场观众的面，怎么样？咕咚咕咚，哎呦，我能把它喝了，真好。吓疯了他们。哎，我哎，四个字的评语，哎，什么玩意儿？这叫知道吗？这是什么？拿过一杯水了，咕咚咕咚给它喝了。我能喝了。我这么告诉您啊，别人不会。哎，您都不用给我拿水，嗯、您这样您随便给我拿过来一张饼来。半张也可以，最好是一张啊，一张饼你给我拿来，哎，康康康康，我能给他吃了。我喝完还能吐呢，是憋气我还能拉出去呢。我再吐出来就不是水了，我拉出去也不是饼啊。什么玩意儿这叫这？我刚才说的可清楚啊！你傅炎杰去吧，你给我说的，我可是当着大伙的面把它吐出来，你同着大伙拉一个来。杨九郎，杨九郎，杨九郎，不来就退票。不是你们是让我来一个，是让我拉一个呀？是啊，我不。咱别呛火行不行？在这块儿啊，等回来的好不好？回来，别，你拉完之后，船上有海风，那小屎坨子满天飞，奔跑吧，师兄弟！这，啊，甲板都臭了，一会儿都这，行，不是我那意思，您这人讨厌就在这儿了。我不，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吗？啊，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我说完了吗？没说完。我旁边，哎，贴俩大眼袋，哎，你这各种病，我能把它治了。不是你跟个弱智似的，你横啊！谁有眼袋？我今儿遮瑕了，我今天我。啊？怎么了？那我吐出来能是水吗？尿啊！不是这，啊、咱这一套、啊。你让保安把你牵走行不行？没有保安，啊、这没有保安。那小绿，小绿人，这不都穿小绿服吗？导游，导游，小绿、啊，导姐啊，导游、啊，小绿家里有事儿是怎么着啊？不是，哎，这，不是，哎，我意思。
不是，您这能变出什么玩意儿来？你得听我听我把话说完了呀。我知道这杯尿之后怎么着了？这尿，水哦，还是水，吐出来。呵，你瞧，是一个球。哦，尿球是水球，水球啊，球哦。看见个剧场没有啊？这看见了，围着这个剧场啊，嗯，绕三圈，绕三圈呢。停留在当中，嚯，砰，水球打开，哦，是一朵莲花的形状。哦，是水莲花呀。这个莲花上边啊，嗯，站起来一个大海龟，大海海龟呀，大海龟是吗？这海龟啊，啊，这手里边啊，嗯。举了四个气球，四个气球，气球上写的生日快乐。对。哎呦喂，真这海龟还小眼睛。我喜欢这大海龟。哎，海龟没有大眼睛的。哎，海龟今儿生日，那谁？哎，在那儿跟你唱歌。哎，他就在那儿嘚瑟。哎呦，喜欢。哎，严杰，你先等。严杰。哎，啊，云雷。哎。你指我干什么？瞎了！行，我不抬杠啊！有能耐您给我变呀！啊！别啊！你相声海龟给我庆生了，今晚上我也吃海鲜，好不好？不你给我来，师傅专场啊！干嘛呀？师傅不是咱俩专场，又不是三宝，你干嘛变这玩意儿干嘛？说这干什么？不是您给我变一个，你给我变一个啊！你给我变一个，还大王八，还生日快乐，你给我变一个！你给我变我要看。你给我变，你不变，我跟着我真拉了啊！我跟你啊，我变，但这不撒娇是不行了，看来好呀，撒娇捧哏最好命，我跟你说，哎，来，哎，嗯，来快点，这确实就这，但是我，你变不变？我要变，快，我给你变了，快点，这我跟你，但是我提前我的话说在前面啊，我光是这样变，我变不了，干嘛你还穿着毛衣啊？还得。穿毛衣，穿毛衣。我这样我是变不了啊。啊，口这个我这是传统的魔术。哦，古彩戏法是吧？古彩戏法，嗯，我需要请神接仙。又或我需要一面铜锣。铜锣呀？哎，啊，有锣吗？哪有锣呀？哎，有锣吗？对，你问他干什么？你问他干什么？家里有事儿？哎，不是，没有锣，人安检也过不了，人这后台人都晚上都是跳舞的，人没有锣。那怎么办？咱这样，咱找一什么东西代替，你看行不行啊？行吗？那当然没问题了。哎，咱就拿这桌子去。不行，桌子没声儿，这桌子。桌子哪有金呢？这儿有金啊？不行，没声儿。不行，这不行，到时候他们听着呀，不高。别拍了，熟的啊啊！挑西瓜呢是怎么的？就用你的脑袋当锣。好的什么好的？我得问，拿我脑袋，别跟比 OK 了，别比我脑袋当锣啊！不是我脑袋可是肉的，我没说是素的呀。对，我这吃饺子呢，你看，不是我脑袋是肉的，这挑的多疼啊！这个，那你要说当不了，我就变不了啊。行，我那不就行？你这那你这得，我不为看那个。王八吗？啊，行，这个锣是有了啊，还少一锣锤。锣锤啊，谁带斧子了？对，哎呦，灭火器。你先等一会儿，干嘛要解放日本是怎么着？一块打着斧子，干嘛呀？锣锤吗？不是，我锣锤别拿斧子敲行不行啊？拿什么敲啊？咱就拿这扇子不有吗？行吗？这个这多好啊！这行吗？不是你先哎。您这，我问问您啊，您平常这锣您是敲锣是杵锣呀？这个我试试锣锤吧。试锣这敲锣，敲锣，还拿这边，这边有钉子，你没看见吗？这边，干嘛呀？这我也不清楚。锣也有了，锣锤也有了啊。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始，请神接仙。哇，这么突然吗？一会儿就有王八是吧？有，就开始敲了。对，啊，来，一二三。2 2 3，哪儿呢？王八哪儿呢？傻罗，嗯，等会儿，傻是不是说我呢？因为现在我是罗，嗯，你说傻罗就说我呢，肯定。我为什么是傻罗？光打不响啊！是从哪？
这还不想着夸夸的，这还不想着这个？什么伽罗夸夸的呀？好，这比那马桶抽水那声都大，这比咱屋那夸夸的，这还不响呢？这个出来的锣应该是哐哐啊，用嘴，您的嘴是租来的？哦哦哦，对，哐哐是吧？我不是练的，不不，来来，我这哐哐是吧？用嘴学啊！哎，行，我知道。一二三，二二三，哐哐。你看，优美不优美？不是你这还有延时啊你啊？什么叫延时啊？什么叫延时啊？什么玩意儿啊？快着点会吗？快，嗨，您说快点不得了吗？这么多要求、啊。一二三，二二三，通通。打呀打呀！不是昨晚吃什么了你？披萨，披萨吃脑子里去了吧？是，能消化得了？锤到罗明，宝贝儿。锤到罗明啊！就这，咣咣！哎，对。不是您告诉我不得了吗？啊，抻练我啊，嗯。一二三，二二三，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对我弟兄把一传，差不多，哐哐！教会了徒弟整八个，可以不是都哐哐？道有七位成了仙，我这哐哐！只因我贪玩没学会，你要不哐哐？师傅把我赶下山，你这边哐哐！下的山来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这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我这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对，这哐哐！珍珠倒卷帘，哐哐！珠倒卷帘，哐哐！卷帘，哐哐！帘，哐哐！乐一安，哐哐！帘，哐哐！倒卷帘，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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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上去打死！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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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哐！变，我试试锣。我给你扔海里去！我告诉你啊，我给你扔，我给你，我好家伙，我这新做的发型，今天我这被，那不还是方金我给你弄的吗？废话，你这不尊重自己劳动成果，你给我变呀、啊！变不了、啊，怎么变不了啊？变不出来，怎么变不出来？为什么？没水啊！口吐水莲花，没水我怎么变啊？什么东西？没有水我怎么变啊？孩子，我听不见什么东西？兽性啊！啊，是，哎，这叫什么？要水，早说要水不就？要水不就完了吗？一会儿我给你打出血来啊！过生日得见点红，喜气儿。我那天我跟他搁那一杯水。你得稍微等一会儿，那老外给咱扔了，你等一会儿。看了三场了，你喊退票？哎，想退票啊？找那老外去，知道吗？那老外说 ：“Sorry。”我谁有近镜头？你告诉我这水？哎，这你就不能赖我，这是张鹤帆给你接的，这是啊，要烫死我呀！我们是喝，不是烫脚，知道吗？我再去下去，给我找一杯去。就这样吧。哎、嗯，没有，来不及您呢。嗯，就这样啊，就来来，快快快！不是，哎呦嚯！哎呦，正好我渴了。哎呀，水还挺甜，是吧？他糖尿病啊。对上也行。对对，他放这儿吧。对点啊啊！你刚说什么？我说他糖尿病。我刚说水甜。对，他糖尿病喝不了，给你了。哎、我弄死你啊！你放那不要这个，不是这太这喝着也这下泥儿，这个对。喝吧，哪儿烫脚？老外啊，我跟你说，你等着我啊，回北京你上三里屯找我去。回北京吧，人家现在锣有了，锣锤有了，水有了，来过来。哎，这不是哎，小宝贝儿，不是哎哎。不是，你以前是不是训过警犬呀、啊？以前是不是？你把这给我撂着。嗯，我给你提个小要求。说，哎，这个，
就这汤汤这我这我自助，你看行不行？这个，这我自己来，你看行不行？不行。哎，说这么真着，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绝对不可以？你不卖力气，什么？你说我不使劲敲啊？嗯，不可能，我肯定使劲敲。你不卖力气，哎，神仙请不来，我可变不了。砰，那大海龟，我变不出来。我使劲不就完了吗？你先示范一遍。我是这还示范什么？您变不就完了吗？那不行，你不能蒙大伙儿。我肯定是。赶紧，别废话。我让他使劲不就完了吗？使劲啊！拖，怎么样？哎哎，使劲不使劲？哎。好家伙，这家抡的我，看看这，是这使劲啊，不是这使劲，哦，那有一镜子看见我了是吧？啊，行好，哎哎，真看见了，哐哐，跟自己有仇吧你？自虐，感觉没有？哎，这样我这样我显得不晕船，这样我就哎哎，行，晕乎吗？这会儿晃还行，晕乎乎的哈。是啊，来啊，我们现在就不用再给我整理发型了，一会儿还得削啊。哎，开始了啊，开始了是吧？嗯，哎，一二三四五，哐哐。哎，等会儿，怎么了？对了，我得嘱咐你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差点忘了，还真是差点忘了。一会儿在我请神接仙的时候啊，啊，你不能说话。哎呦，我没话，我这人话最少。你可不能说话啊！你说话打断我了，锣声就停了，锣一停，神仙就走了。哦，那老寿星就都走了。哎呀，嗨，漂洋过海老寿星吗？这个我跟你说呀，我一句话都不说，不就完了吗？你不说也不行啊！关键哎，全在你了。怎么了？我说到最后的时候，我有哎，你有这么一句咒语。哦，我还有一句话。你有一句话很重要是吧？前腿弓，啊，后腿绷，哦，抱拳拱手，嗯，你喊我的法名。您法名是一个门把手的把，单名一个拔字，把拔。哎，发自内心的喊出来，带着喜悦。哦，知道吗？就把拔。您倒是攀呢。您这什么缺德的法号啊？这是我这。我的法，这不是叫我，这是叫神仙的，知道吗？叫爸爸啊！你们回来都别看了，我告诉你们啊，行吧？这这个吧？哎，我砰，大水球，啪，那大海龟，哎呀，还真像啊！哎，行，哎哎哎，行，好，好，我知道了，开始了，好嘞，一二三四五，哎，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想戏法变。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想戏法变。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想戏法变。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你打我干嘛？就打你。别喷，我听出去。哎哎哎，拢共就四句，来回叨腾是不是？来回叨腾就这四句，你看出来了？对，我是听出来的。你猜怎么着啊？我忘词儿了。您忘他那海龟怎么办呀？想起来了，来的路上了，来吧啊！一二三四五，哎，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想戏法变，哐哐，还得抓把土，哎，哐哐，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孙伯龄，哐哐，五请桃花女，哐哐，六请老济公，哐哐，七请猪八戒，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郭德纲，哐哐，十请苍井。空哐哐，你敢打大法师？你敢打张大法师？哎，我呀，我能给你活，能给你活埋了。我告诉你，哎，船上有土吗？要没有，哎，下船就给你活埋了。干嘛你？你打我干嘛你？废话，您请，哎，打猪哪儿跟那猴哪儿？我想拦着你，知道吗？啊，您请那神仙，最后那两位啊，郭德纲、苍井空，怎么了？你真是孝顺徒弟，我跟你说，哎哎，你请他们俩干什么呀？神仙啊，这是师傅红不红啊？太红了，火不火呀？火。为什么呀？身上带着仙气儿。哦，他是个仙人啊。仙人啊。哦。啊，你再说了，我跟大家，我请神接仙，我得需要师傅帮助我。这在后头。我跟大家一样，师傅是我的心中偶像。那苍井空呢？我师傅的偶像。对。
你都听见了哈，都听见了啊啊！行行行，要不上，要不咱上日本呢？干嘛？是就啊，走走走，来来，再不去就老了。嗯，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我这请吧。对，请什么请啊？对不起，对不起，请什么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告你别说话吗？罗停了，知道吗？神仙走了，你看见了吗？来，唰一下走了，看见了吗？我真没看见。可以喊回来，打头来吧！告诉你，少说话，少说话。啊啊！打头来吧！哎呦喂，打头来你还得。一顷天地动，哐哐；十顷苍井空，哐哐。快走！早行早到，哐哐；晚行晚到，哐哐。如若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仙，哐哐；八抬大轿，哐哐；腊月二十三，哐哐；糖瓜祭灶，哐哐；闺女要花，哐哐；小子要炮，哐哐。第二次来船上了，哐哐。真热，哐哐。昨晚没出屋，哎，来是为我穿的泳衣。哎呀，豹纹的，哎呀，那叫一个骚啊！这个我妈嘱咐我，哎呀，可别往外头。别聊了。抬头观看，众仙来到，众仙来到，众仙来到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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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下面请您欣赏《似水流年》，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给安迪的是吧？好嘞，谢谢啊。那个刚才在后台啊，一上来看有杯水，有个外国人又给端走。嗯，我一再跟他说 ，no 啊。端走的不行，这干活啊！他没搭理我，愣端走了。没听明白，实在是英语水平没法跟人沟通，就不会说。我这个英语啊，啊，狗听了糊涂，你听了不明白。对，这，您是说他呢，是说我呢？刚才是张云雷、杨九郎。对，杨九郎今儿还过生日，挺开心啊。嗯，待会儿到后台。找个蛋糕糊他脸上，嗯嗯，净憋着这个，让他们俩休息一会儿，嗯，又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再说一段，合作半辈子啊，我们俩是一条船上的蚂蚱，嗯，什么？不是，老话，啊、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辣子，不是，一蚂蚱的辣子，你要说什么？一裤衩辣子，什么呀？一船的袜子，不行了，别说了，袜子有辣子，行了，辣子蚂蚱，一条绳上拴的蚂蚱啊，对，一条绳上拴的蚂蚱，对了，对，就说我们哥俩、嗯、就这个交情，就这个好，不错，他疼我，我疼他，你要不怎么叫交情呢？他真疼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说，哎呀，嗯，谦哥，你有没有充电宝啊？干嘛要借充电宝？我这没电了，充电宝。手机没电了。嗯，就所有人都不会理我的情况下，哦，谦儿哥也能站起来。你想我借呀？哪怕谦儿哥这会儿发高烧45度，我这干嘛呀？老白干我这是，而且正输着液啊，吸着氧，下着胃管，我这要死，我这个全拔了啊，都拔了，是也要回家给我拿充电宝去。我疯了是吗？我一出门啊，打雷，咔嚓，一个雷劈脸上，劈脸上还站起来往前跑，我这胃管在地下耷拉着呢，可能咵掉沟里了。好，打沟里上来还往家走。哦，来大汽车，砰，还撞一下，撞脸上了啊，站起来还往家走，我就死不了。哎。到家拿充电宝也回来，给我送充电宝来啊！一进门，给你，应该的，不叫事儿。你瞧瞧，我能感动的眼泪哗哗的。那是啊，接过充电宝，把那线找出来，哦，插在我的充电宝上。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不是手机没电了啊？就说他疼我啊，您倒得疼我呀，您也得。我也疼他呀，是吗？前两天演出，他告诉我，太难受了。怎么？难受？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了？智齿。哦，智齿是疼。我是没长过智齿，但我听好多人说，智齿疼起来难受。是吗？我就急得跟什么似的。您怎么办？我送谦儿哥上医院，看看。咱有朋友是到医院，大夫你说啊，多少钱？多好的机器，想方设法让谦儿哥别这么难受。对，智齿疼起来要命。大夫有方子吗？大夫给他检查啊，检查完了，这个分内治和外治。你火太大了，知道吗？另外，以后在洗手间不要坐的时间太长。您说那是痔疮，我这不是智齿吗？怎么还上厕所别太长时间呢？他其实是痔疮，他没说明白。嗨。我干嘛那么嘴不利了？没说明白，就说这个意思，就我们哥俩就这种好啊啊，是超乎外人想象的。对了，一块说相声，俩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是，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嗯，什么叫艺术？啊，什么叫艺？什么叫术？这还分着解释吗？演员的能耐叫艺，哦，把术能够卖出去，这是完整的艺术。哦，术指的就是能把能耐往外卖。嗯。贴出于谦的名字来，观众坐满了，是，这叫有数。哦，坐在那儿一瞧，您有能耐，这叫有意。嗯，单有意没有数，那叫诈骗。哦，哎呀，我这个艺术这么好，那么好，观众听完了都能学好了，听完我你们就是圣人了。嗯，但是一说卖一毛钱一张票，观众骂着街就走了。呵，你这不叫艺术，不行，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你再说别的，嗯，没有意义。哎，所以有意无术叫诈骗。嗯，有术无意是商贩。哦，做生意只能卖钱，但是实在是没什么正经玩意儿。嗯啊，这个不灵。嗯，非得是有意有术，这才全面。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啊？嗯，两点，两点记住了。第一是活着，活着；第二是忍着。不，这两点就算你看，您在没有成功之前，才华等于狗屎。是啊，只有成功才能证明你的一切。哦，第一活着，啊，对，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是啊，你瞧还这么解释？25死一个，31枪毙一个，42车祸死一个，啊，就留你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只要活到90，你就是艺术家。嘿。你看，你有话语权啊！啊，这没人。那仨天大能耐让你弄死了，谁弄死的呀？就剩你了，你说什么是什么呀？哦，所以第一就是要活下去，啊，这对。第二要忍着，忍着是怎么回事？小不忍则乱大谋。怎么叫忍？一时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哦，凡事哈哈一笑，忍到最后，嗯，退潮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对，嗨。这词儿用的，你不能坚持，你就不配成功。嗯，就跟唐僧似的，哦，路过9妖18洞，洞洞闹妖精，坚持到最后，你才能上西天。我上西天？不是，坚持到最后上西天见佛祖，你才能成佛立足。哎，这对，对吧？我这些年越发觉得我很像唐僧。是吗？你看怎么？第一，我们俩都是替祖师爷打工。什么叫替祖师爷打工？替祖师爷干活，替祖师爷传道，哦，替祖师爷干活，祖师爷还不管饭，哦，这不赏饭吃。第二，我们俩名字都多，都叫什么？ 你看他，唐僧、唐长老、唐朝和尚、玉帝哥哥，啊，这都是名字。你看我也是啊。您有什么？你比如说，就喊郭老师的，对，喊郭德纲的，啊，这个有的观众喊郭老板啊，哦，有郭麒麟的观众，他们管我叫爸爸。啊，有张云雷的观众管我叫姐夫啊，叫什么都有啊。对，甭管真真假假，名儿很多。是啊，还有一点相似，就是我们都让妖精惦记着。您怎么都让妖精惦记着啊？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嗯，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这嘿哈，真的，你打开头条，嗯，头条上有关相声的帖子，要不提郭德纲，他都没法发。啊，这段相声郭德纲都快笑死了。这段相声郭德纲也不会
老得挂上我，其实点开的里边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是吧？啊，挺好。如果你有被人家利用的价值，说明你还可以，这有存在的价值，这点我们很认同。最重要一点，就跟我跟唐僧有一点特别相似。还有哪儿啊？他身边有个猪八戒。哦，我呀，这别拿我比这个。打小，嗯，我们就在一块儿，是发小。那会儿曲艺团啊，招学员，是我们在一个培训班。当年这个班是要放在戏校，嗯，在戏校里边，为了用人家的文凭啊，是上文化课，嗯，其实那会儿也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是，我寻思那会儿我们十几岁，嗯，去趟小卖部，啊，拿5块钱，牙刷、牙膏、什么糖、方便面啊，好家伙，一大堆东西。哎，对，买一堆。现在不行了，哪儿现在贵了？现在他们装监控，嗯，偷去了是吗？小孩嘛，那嘴也馋，愿意吃点好东西。那也不能不。那会儿没什么好吃的。我们学校那会儿印象特别深，啊，我们那个厨子就得枪毙，然后救活了，然后再活活打死。嘿，好家伙，怎么那么恨人家？我们学校那个菜，好家伙，酸奶炒鸡蛋，啊，月饼炖橘子，哼，火龙果那皮炒菠萝皮，这瓤都哪儿去了？我们校长吃的都。好嘛，不容易那会儿，那吃完饭，晚上吃完饭。那碟子拿着水龙头一冲就干净，没什么油，没有油，嗯，全学校一年用半斤香油啊，有这么一瓶儿，瓶儿里插一筷子、哦，筷子上绑一铜钱，嚯、哦，哎，这瓶香油在校长办公室里搁着，这太可了，每天厨子大铁锹炒白菜，哎呀，炒差不多了，一看快熟了，请校长，干嘛呀？校长拿着瓶子来，拿着筷子蘸一下，锅里一和拢啊，这今天的油钱就够了。啊，霍楞的里头，大年初一打半斤香油，是到年三十改一斤了、嗯。哎，怎么多出半斤？带回半斤水去。对、嗯哎，好，往回带。吃这个，孩子们没有油水啊。那是啊，没有油水，晚上还得有晚自习，啊，还有晚自习练功啊。嗯，7点到9点晚上、哦，有一练功房，四面的大玻璃，嗯，还得跟那儿弯腰踢腿翻跟头。呵，但他不练，我凭什么不练？这俩钟头是人家孩子吃加餐的时候。我还有加餐呢，家里有钱呢，啊，家里有钱，一到7点，家里边送零食来了。我们家给我送什么零食啊？有那么一大口袋，嗯，干炒黄豆。我零食吃干炒黄豆，10斤干炒黄豆，还不少吃。哎，10斤的干炒黄豆，嗯，拿那个脸盆打凉水，3到5盆，就喝呀。这俩钟头。3盆凉水，基本上3盆凉水，10斤干炒黄豆。嚯、哦，各位、嗯，一般的牲口吃不了。这废话，就拿我跟牲口比，于老师都能吃了。我这量大，吃完了我们给他抬着宿舍去、嗯。哦，那会儿是8个人一个宿舍，8个人，但他自己占一单间，就身份的象征啊。不是不是啊，我们宁可一大帮人挤一个屋，也得腾出一个单间来给他。干嘛这么闲活呀、啊？列位呀、啊。嗯，10斤黄豆，3盆凉水，啊、嗯，这一晚上肚子里行开了，啊、嗯，早晨起来叮当，好家伙，我们还没毕业呢，还没上班，凭什么让你崩死呀？什么叫崩死？那能崩得死吗？那个，所以没人跟他一屋，啊，没人跟你，我们单独啊，给他让出一房，让他跟这屋痛痛快快放去吧。没人管我了，挺好。就小时候，学相声是世上最简单的艺术，是，但也是最难，也是。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你要花钱听我说话，嗯，这是为什么呀？哦，难就难在这儿了。老师告诉我们，第一节课，嗯，记住了啊，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什么叫钝刀杀人呢？这个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说话要嘴里干净。啊，对，得利落，不管是大剧场小剧场，嗯，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观众的耳朵里，让您听清楚，不允许贪污掉一个字儿。对，如果说说话不清楚呢，嗯，就好比是一把刀子，它钝了，用它杀人是很疼的，不行吗？这个，哎，这么说你也听不明白，我给举个例子啊，啊，举个例子你就知道钝刀杀人有多难受。好，杀人的刀得快哦，比如说于老师。我又是我，我怎么了？也不是又是你，因为说别人也没有意思啊。是，你说我，只能说您，大家也开心啊。
那您说吧。我也开心啊。您一直就开心。那为什么要说于老师呢？因为我们这行有规矩。是吗？啊，也有那个部分道德表演技术家们。什么叫技术家？指责郭德纲，你在台上老说人于谦的媳妇儿，说他爸爸如何如何。列位，你们以为我在台上说他媳妇儿，我就那么开心吗？啊，你就那么开心啊？就让我看出来了，您这。我小的时候说相声，我学的是捧哏，是哦，这儿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捧哏十年，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混逗哏演员，谁站这儿谁说我，哦，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您也不用别扭，哦，我们谁站在里头谁来这活儿，是因为你挣的是这份钱，这是角色，就跟唱戏似的，嗯，这个老艺术家唱小生的。到95岁他上台他演这活他也是个孙子，也没胡子吗？谈不到不尊重他，对，挣的是这份钱，就跟看电影似的，哦，啊，电影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这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话剧舞台上当一枪这躺地还哆嗦，你知道是假的，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这对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嗨，一说一乐的事儿，别信，对吧？就说这个，举例子嘛。您举例子，钝刀杀人怎么回事？于老师，啊，拿我举例子。大年三十的时候，就过年了，过生日，嚯，这双喜临门。而且今天你们家刚买了大别墅，乔迁之喜，这是三喜。而且嫂子出去2毛钱买张彩票，中了7000万。这是多大的运气啊！这是，你的儿子。美国博士毕业，哎呦，今天回国啊，带着女朋友，好事都赶上了。女朋友她爸爸呢是世界首富，这了不得了，全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那是啊，桌上菜都摆齐了，上了一条鱼，哦，于老师一筷子下去，打鱼肚子里翻出一个大珍珠来，这是我的了，万年不遇的好事都赶在今天了。是，我也来了。您啊，今天是您过生日，您带礼物了吗？我得拜寿。太好了，我买的礼物还没有送到。哦，在网上下了单。嘿，我给您买的是印度三宝。怎么叫印度三宝呢？正说着门开了，拿来了。这来印度的美女，嚯，20出头一姑娘，好看。你瞧瞧，这点一红点儿。哦，拖着这个。礼物，这个印度三宝，于先生你好啊，这是保定来的，这个这不是印度来的，正经印度美女啊，留保多年，留保留学保定，嗨，往那儿留什么学呀？俺们公司让我送礼物来了啊，好家伙，印度三宝，怎么回事？打开包装一瞧，里边是一个印度的檀木桶。啊，这檀木是一宝，印度的檀木很好。对了，这么大一桶，这算一宝了吧？这算一宝了。桶外边抹着一层咖喱，这玩意儿能抹到桶上吗？这个二宝，咖喱是一宝，一掀盖这是满满登登，就这一桶，印度神油，好家伙，这玩意儿有拎桶送的吗？哎呀，三宝都齐了，啊，于老乐坏了，是啊，谢谢，哎，蹲蹲蹲蹲蹲，这喝了。我这不至于，开心，大伙儿都乐，这都好事儿呗。印度美女这一乐呀，于老师怎么这么好看呢？喜欢她，而且我老看印度电影，女的这儿都点红点儿，这是风俗。我也不知道点的是什么，是我能摸一下吗？呵，啊，姑娘说您摸一下吧，啊，那就来。于老师拿手一 K， 啊，红点掉了，里边俩字儿写着特等。什么叫特等啊？这是我公司的这个抽奖。哦，特等奖，哎，哎，抽这个 K 下来，完了特等奖。这特等奖是什么呀？特等奖简单，什么？就这印度美女以身相许。你瞧，这太好了，这个。你这玩意儿，这个印度美女也高兴啊。啊，那是啊。哎呀，没有想到，大今儿起都是你们家的人了。哎，对，啊，让他回去吧，回去吧。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吧。哎，对，得了。于老师高兴，我嫂子不高兴啊。那他不干了，凭什么呀？不行啊，走，不让来，不允许。哎呦，家里乱套了。哎呀，我也跟着劝吧。那是啊，这会儿功夫
100多官兵来了。官兵干嘛来了？你瞧啊，于老师，哦，跟我们走。这是今天杀头，我都全白高兴了。前面那怎么办呢？人生大喜大悲啊！啊，跟我们走，今天要杀头了。这叫砍。哎，那为什么要杀我呀？就是啊，什么罪过？因为不知道。哦，哎，大人说了，先杀后问。不，那还问什么劲呢？你得说说我什么罪名。罪名就是带你走去解释一下什么叫钝刀杀人啊。哎，这好嘛，就为这事儿给于老抓走了。哦，屋里边一下就冷听下来了。那是啊，大年三十，嗯，这么些个好事，没想到突如其来出了这么一个恶事，全没赶上。儿子跟女朋友做对联哦，我也坐在这儿傻了。还有你这边坐着嫂子，这边坐着印度美女，全有。我们五口人跟这儿呆若木鸡，有你什么事跟这掺和？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啊。到最后嫂子擦擦眼泪，她说什么呀？哎，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可不是吗？难过也不是办法。嗯，意思就是儿子，行了，别哭了。哦，啊，端杯。先敬你小妈一杯。嗯，这就认一个是吗？你看我们几个人这年还得过呀。怎么过呀？其实心里不是滋味啊，难受 啊，包饺子吧是吧？这是难受的做法啊。肉的素的鲅鱼馅的，嗯，简简单单弄了七八种馅的饺子。 好心情，这是其实心里难过呀，没瞧出来。哎呀，包蒜啊，嗯，弄腊八蒜，弄醋啊，真全，炸辣椒油。对，嫂子说我吃那是萝卜馅的饺子。哦，给他泼点芥末，真讲究，萝卜馅饺子蘸芥末。对，哎呦，还得卸点那个咖喱的汁儿。对，那边还有印度娘们呢。嗯，来吧，嗯，酒都打开吧。是啊，红酒、白酒、啤酒，这全真全开开了，这心里不是滋味。哎，喝吧，别哭了。那年三十来打开电视，嗯，看看春晚，今年有没有好相声啊？没有了，我都死了，哪来的好相声？我们这全家欢乐，一家悲痛的时候，你别把实话说出来。于老师已经到了北京菜市口了。这就要砍头，杀头得在菜市口。对，那是老杀头的地方了。来到这儿了，先给于老师把衣服都脱了。我干嘛光着了？杀头嘛，杀头就光了，脱个一丝不挂。哦，都脱完了。嗯，拿绳子来，这一根绳子双着下来，打脖子后边搭起来，往下一绑。哦，俩肩膀这是俩花。哦，俩肘是俩花，是腕子是一个花。哦，这叫五花大绑，都是这么绑。绑完了，嗯，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什么叫招子呀？电视剧里面也看过。嗯，有薄木头牌的，嗯，也有是竹皮外边带一白色的纸尖尖的，是写着你的罪过，写的是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我说怎么光着呢？嗯，顺着脖子后边插进去啊。嗯，刽子手这啊。哦，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是于老师撇着嘴，我说本忙，本忙像话？什么叫本忙啊？当官的本官啊，你不流氓吗？本忙不，嗨，这就别放粪了。我这本忙，啊，行了，行行行行，跪好了。这一脚让他跪好了。对呀，啊，跪下。哎，让你跪下，谁让你撅那儿了？谁撅着？跪好，怎么又撅那儿了？哎呀，你要不踹谁撅着呀？啊，嗯，这会儿。折腾完了天就亮了啊。这会儿你想年三十拉出来的吗？哦，忙活半天，这会儿已经是大年初一早晨了。哦，菜市口这儿呢是北京场店庙会的那个入口的地方啊。那是庙会，全国来了60多万人逛庙会啊。谁打着过呢都得瞧瞧来。是，哦，啊，好家伙，这就是那于谦。是，啊，是，嚯，嗯，真白呀，啊，你看这干嘛？你卖票不卖票啊？你们这个都得从您跟前绕一圈啊，再逛庙会去。哦，一眨眼的功夫呢就初七了啊。我展七天呢跟这儿，因为庙会是到初六。哦，到初六初七呢是工作人员们看一看。哎，对，这都看完了一下。啊，都看完了啊。嗯，有监斩官啊。还有监斩官。菜市口边上有一药店叫西鹤年堂，这是老店了，从清朝的时候监斩官都得在那儿搭一棚子。
哦，北京有一句骂人特别狠的话，怎么说？你这病好不了了，那你得到西鹤年堂去讨刀伤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菜市口杀的头。哎呦，这是老话。是监斩官坐在西鹤年堂的门前，哦，披着红斗篷。干嘛非披红斗篷？红的辟邪，讲究。带着一茶镜，还带镜子，或者水晶的，或者什么都行，带着个镜子。哦，就为了不看犯人。哦，把这哎，这斜身坐着，嗯，哎，一条时辰到了，哦，工作人员就过来了，过请示一下，是跟大人您回，哦，啊，时辰已到，该斩了。监斩官一回头，嗯，整啊，嗯，整整啊，别等的，还干啥呀、啊？东北监斩官呢，这是给谁整的？削他呀？那什么呀？给切稀碎啊？还稀碎？稀碎包饺子？那我招你惹你？弄死他啊！赶紧，好家伙！啊，刽子手一回头，拿着大刀，嗯，这口鬼头刀是肩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好，紫微微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就说他快，哆里哆嗦，颤颤巍巍举着刀，嗨、啊，怎么着？嗨，砍下去了，嗯、是不是吓一跳？没砍呢、啊，谁跟你斗了？跟着，吓一跳，哎，谁跟你斗了？哎，尿了尿了，不用，吓都吓死了这个。行，赶紧砍吧！你晃悠我干嘛？还玩吗？行了，行了，我这吓死了一会儿。一刀下去啊，这回人头落地，这完了吗？这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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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突然间停住了，停住了是？等红绿灯。哎嗨，我要这么规矩，至于砍头吗？我这个。啊，绿灯了啊！这人头咕噜咕噜噜噜又来了，过马路。哦，再一扭头，我说人头张嘴了，我说好快的刀啊！嗨，我也太贱了。哎，这就杀人这刀得快哦，要钝刀可就坏了。钝刀不行吗？前面都不变啊啊，还是我们五口人幸福的生活，就别提这五口人了。于老师已经在菜市口展览了6天了，啊、那是你们幸福了啊！到这天了啊啊！启禀大人，时辰一到，这就该砍。大人一回头，整啊！哦、哎，这。还等啥呀？这东北官还没换呢啊！削他呀，弄死切稀碎啊！行了，干嘛我招你？赶紧别等他了啊！啊！刽子手把刀举起来，这个刀，这口刀打唐朝传下来的老刀了，从来没有人磨。哦，哎，没人出这个2毛钱磨刀钱。好家伙，刀刃都是锯齿啊，都带齿儿，一齿一齿啊，这儿举起来，哎，开、哎、啊，整多的脖子上。多上了，不往下走啊！啊，刽子手真急了，怎么办？我走你！锯啊！连锯了7天，怎么了？您猜怎么着？怎么样呢？饿死的！我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鼠来宝》，表演者高峰、栾云平。哎呀，朋友们听相声啊都听累了，哎，我们一上来啊觉乎这个掌声啊不老太热烈的是吧、啊、谢谢大家。哎，谢谢。在船上听相声有一那么一种啊独特的感觉。是郭德纲说相声说得非常好，嗯啊，楼上楼下的朋友们对大家非常的熟悉。对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大家很了解，哎，都认识。你看刚才说的这个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张云雷啊，杨九郎啊，烧饼曹鹤阳都是德云社的精英，嗯，了不起的人物。哎，尤其是郭德纲啊，郭德纲是德云社的精神领袖，对，能说能唱，嗯，嗓子条件好，多洪亮啊，一唱起来能达到嗨 C， 嗨 C， 嗨 C， 就是多嗨他都敢塞进去，你知道吗？多大胆子，特别高。嗯，一般您在海边听他这种声音特别多啊，救命啊！就这种声音是吧？快淹死才这样，就是嗓音亮，调门高，嗯，这是天生的条件，对，加上他本人后天的努力，嗯，所以人家唱得好，是不是跟您谦虚？嗯，我这个嗓子呀，天生条件不好，哦，后天呢我也不能努力，所以在唱这，嗯，后天你怎么不能努力？后天我有事儿，
后天我要登陆。你怎么那么忙啊你？大家也得登陆。这后天说的是后来。哎，反正嗓子不行啊，在唱上没下功夫。哎，郭德纲唱得好，嗯，能说能唱能捧能逗，对，是一个技术全面、文武兼优的售货员。啊？不是，是一个好演员。哦。到后台呢，稍事休息。嗯。我跟郭德纲是好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还是老乡，是发小啊。我们都是天津人，天津好。因为我们这个船呢，是从天津塘沽这么启程的，对。所以楼上楼下的朋友啊，可能有很多都是天津朋友。嗯，我得问一问，您说楼上楼下的有多少天津朋友？您鼓鼓掌，我听听好不好？好，哎，好，天津人不少，哎，还真是不少。嗯，因为我走的这个。哪层啊，我这那遛弯都能碰上天津老乡，是吧？哟，怎么的，咱照个相吧，哟，咱签个字行吗你了？哦，挺热情。嗯，郭德纲也天津人，对，小时候我们就在一块玩。嗯啊，发小嘛，嗯，就是从小一块玩，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郭德纲人性次大家都知道，是吧？你说他唱得好呢，您等一会儿。嗯，郭老人性次，对，次在哪儿了？说话不算话呀。他许给你什么了？你看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你说是？哎，拿人个头开玩笑。那确实他不长了吗？嗯，小时候就在一起啊。哦，天津人，天津人说话好听。嗯，刚才我看鼓掌的不少，差不多都天津人。对，天津人说话有特点。特点是？齿音字。怎么叫齿音字？你看，吱吱吱啊，滋滋滋啊，分不清楚。哦，抽烟不叫抽烟。抽烟是？抽烟叫抽烟。对吧？抽抽烟，有共鸣。喝水不叫喝水，喝水。你听着那么哏，喝水。嗯，你看朋友到家里串门去了，让让烟呢，让让茶呀，这很正常啊。是啊。比如说您到我家去了，好，哟呵，这不大明星来了吗？哎呀，请坐，请坐。好，抽烟。嗯，您喝水吧，喝水吧。别别别，咱说清楚了啊！喝喝，快喝，一会儿凉了。别别别，喝哪个？哪个都行。别别，喝水。喝水叫喝水，嗯，天津人特点吗？嗯，另外天津人呢爱吃字儿，吃字儿，仨字儿一说剩俩字儿，嗯，你比如说过去买东西叫合作社，合作社，天津人一说不叫合作社，怎么说？合作，合作俩字儿，哦，劝业场叫劝藏，对，劝藏，嗯，俩字儿，嗯，有这么一个词儿不好说，这是骑的那自行车，嗯，自行车是普通话，对，天津北京朋友都听得懂，嗯，要说天津卫的话呢，不叫自行车，嗯，这词儿不好说，嗯，这兜住丹田，捉住后门说这个词儿，嚯，自行车这么说啊，啊，叫蹬刺儿，不好说，是够费劲的，哎，叫蹬刺儿，嗯。这是老天津话，嗯，是吧？天津人说话另外得简练，哦，有时候一简练呢容易闹笑话，是吧？我给您举个例子，您讲，就在这个春节前呢，有这么一个工厂啊，厂长亲自开会，嗯，宣布两件事情，这俩事儿很简单，嗯，头一个事儿呢，有一个职工的澡堂子，多少年呢一直在这脏着呀，也没人在这洗澡了，哎，现在花钱把它修出来了。职工们可以在这儿洗洗澡，好，这算是一小福利。嗯，但是呢，由于这个澡堂的呢面积稍微小一点，哎，所以很遗憾，男女职工呢只能分开洗了，是吧？这澡堂的面积要大，就混一块儿洗了。误解了啊！啊，误解了。澡堂的面积小，分开怎么分呢？嗯，按时间段分。哦，它不是这边男部，这边女部，那儿分不开。嗯，按时间段，上午男职工洗，哦，下午女职工洗，嗯，这么分。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旁边那个厂子呀，兄弟单位研究一新产品，嗯，这边得派人去参观去，是参观呢也有注意事项，什么呀？不能照相，哦，不能记录，嗯，人家有知识产权呢。第三最重要，不让触摸，保护。哎，你拿过来啪这掉地摔碎了，这不好交代，是吧？别交代，反正就这么两件事儿。厂长是天津人，嗯，一开会，所有职工都乐趴下了，是太可乐了。您学这开会，还拿着一工作日志啊？同志们，咱开个会啊，嗯，会很简单，就两件事儿。首先祝大家春节快乐啊！哦，这不算个事儿啊！啊，好好，咱这个澡堂子修好了啊，咱们都可以在里边洗澡。第二个事儿呢，旁边呢厂子咱去参观去啊。我把这个时间安排同意说一下，嗯，从明天开始，哎，上午是男同志洗澡啊，女同志参观，好，下午是女同志洗澡，男同志参观，哎，参观可是参观，注意三件事，什么事？第一，不能照相，第二，不许记录，第三，光看看就行，别拿手猫啊，嘿，
看来有地儿不能简练。你这职工能不乐吗？是吧？嗯，我在这学，您都听着可乐。是，天津话有意思。嗯，你比如说女字边加一子字，这字念什么呀？这字念好。普通话这字念好。嗯，搁天津话不叫好，哎，叫哏儿。哦，这段相声您听着很好，很满意。不说好，哏儿哏儿，相声真哏儿。对，这个电影真哏儿。嗯，就是好的意思。是，说人长得漂亮，有时候也这么说。哦，哟呵，二哥，你看你大闺女长得真哏儿啊，他这么说。我成大闺女了啊，分包感觉嘛。嗯，他说哏儿。嗯，您是哪儿的人呢？我是北京人。北京人遇这字眼不说哏儿啊，也不说好。那怎么说？说逗。又改了。在座的也有北京的朋友。嗯，说逗。哎，啊，那小王。这人可真逗，嗯，性格好，是脾气好，啊，人好，褒义词，真逗，嗯。您到了山东济南，说这个好又不说逗了，那哈儿，山东济南管这个好叫赛，赛，特别好叫杠了赛了，哦，杠了赛了就是特别好，嗯。您到南方这个好叫呱呱叫，呱呱叫，特别好叫呱呱老叫，嗯。您说这呱呱也够累的。他老得叫唤，老叫唤，呱呱老叫，呱呱老叫。还有的地方管这好叫顶呱呱，哦，一听都是好的意思。对，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好字不好说。这是哪儿哈？山东省，这个地名叫什么呢？叫章丘。章丘，您到章丘说这好字是个海底捞月的腔。是啊，在舞台上说呀，您得到剧场门口听去。是吗？后边还有半个音呢。哦，章丘人一说这个人啊，说这个事儿办得好的这么说。嗯，老郭，昨天你那个事情办得真是杠的。哦了，你瞧这劲儿。后边还半个音。哦，昨天你那个事情办得真是杠的。哦了，哎呀，你听这玩意儿哪儿逮他去？就说呢，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土语。哎，说相声的得把它综合起来，都得学习说普通话。嗯，但是普通话跟北京话不一样啊，有很大的区别。是吧？北京话说起来啰嗦。嗯，还有好多方言土语。哦，外地人听不明白。是，您比如说吧，哥俩住在一个院里头。嗯，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半夜都睡觉了，这屋门一响，出了一位，这屋听见了，俩人有一番对话，要说老北京话特别啰嗦。哎，您学这对话，我给您模仿模仿。嗯，半夜都睡觉了啊，这屋门一响，这屋听见了，哟呵哟呵，先来个感叹词。嗯，哟呵，那屋咣当一下的门响，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人的。不是，这够多少字了？七十多字。嗯，回答也这么些字。回答呢？啊，是我您的哥哥，没有外人，我出来撒泡尿，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呢。还得跟他客气客气。嗯，哎呦，你出来可配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天一感冒，后天一发烧，大后天可就全完了。全完了。您放心吧，哥哥，我这配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呢，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嘿，这话够多吧？哦，三四百字。嗯嗯，要精炼精炼，用普通话说这点事儿，分成四句话，十六个字解决问题。一句话才四个字。半夜睡觉了，嗯，这屋门一响，这屋听见了，嗯，这是谁呀？四个字。回答也四个字。嗯，是我您呐。嘿，你干嘛去？我撒泡尿。啊，省事儿吧？是，有比这省事儿的？这是哪儿话？山东话。山东，十二个字就解决了，一句话才仨字。半夜睡觉了啊，嗯，这屋门一响，这屋听见了，嗯，这是谁？这是我。上哪儿去？上便所。十二个字。好，好，山东话省事。有比这省事儿的？这是哪儿话？天津话。哦，八个字，一句话才俩字。半夜睡觉，这屋门一响，那屋听见了，嗯，这谁？我呀，干嘛尿尿？干脆。哎，天津话是最省事的。有比这省事的？哪儿话？河南话。河南了。河南人说这点事儿四个字就解决，一句话才一字。半夜睡觉，那屋门一响，这屋听见了，嗯，谁？我抓鸟。四个字。哎，这没得比了啊！河南话最省事啊，有比这省事的？这个哑巴，对吧？半夜睡觉了，这屋门一响，这屋根本听不见，是不废话吗？他睡他的，是吧？嗯，反正我喜欢研究，哎，喜欢研究咱们天津话。嗯，有时候马路上一见面，老天津卫那老爷们一打招呼，非常热情，是吗？都叫爷，爷，姓张张爷，姓王王爷，姓李李爷，嗯，姓赵赵爷，是。对方一听啊，特别高兴，哦，不能答应，不能实受，那怎么办？还回去，还，一还一大圈，哦，非常有意思，嗯，咱俩学学，哦，咱俩来，你北京人，你表演一回天津人，好，走在天津大街上，我一喊你，你回答一串，看看热情不热情，咱试一试，你姓什么呀？我姓栾的，我喊你栾爷，哎，咱来一把试试啊，嗯。
哎呀，没事咱溜溜，默默吧，有点意思。哟呵，这不乱爷吗？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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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您听有意思吧？哦，不是碎嘴子啊，这么热情，一大串哎，嗯，好听是。回答仨爷，听着也好听。仨有节奏感哦，乱爷爷爷爷有意思啊，回答一个爷也行是吗？干脆嗯，乱爷爷有意思啊，回答俩似乎就差一点，试试来回试试啊，乱爷爷爷也行、哎、这不灵您呐，也行也行也行，不不我这不成了，以后你就这么喊我，我是我也得干呢，不用管我喊不喊你啊，对了啊，这是玩笑，嗯，您要是到了这个通州，北京通州称呼又变了，那儿呢，比如说这人排行在第二，嗯，这人姓张，你要搁在北京，张二哥，哎，张老二，对，张二叔，嗯，张二爷，我们这儿就有张二爷是吧、嗯、你要搁在通州变了啊，排行放在前头，姓什么搁在后头掉个儿，姓张行二叫二张，哦，姓李叫二李，嗯，姓赵叫二赵啊，非常有意思，人乐意听，高叫高答应是吗？不许不乐意，这学学咱再来来，好啊，到了通州了，嗯，我姓高，加排行第二，前面走你后边喊我，我喊你啊，喊我来回试试啊、嗯、二高哎不行，嗯，二高耶，二王黑，二李耶为雷得黑，这不要，什么意思？干堆二高二马就俩字，哎，干脆一点啊，好好好，来二高，哎，人家真回来了，不许不乐意啊，哦，我还爱叫，不许不乐意，嗯，比如说我姓赵，哎，叫二赵，哎，人家真回来了，不许不乐意，是不许乐意、哎、比如说我姓季，叫二季，哎，不许不乐意，是不许不乐意，好，比如说我姓舒，叫、嗯、二舒，哎，你是乐意，你不许不乐意、废话，哎，废话，你这么叫我我也乐意，叫你你乐意吗？多新鲜、啊、你姓什么呀？我姓栾，二栾，哎，二李，哎，你姓赵，二赵，哎，你姓沈，二婶，哎，你这配对来了是不是？配什么对啊？你这二叔我二婶是吧？有姓沈的没有啊？我没说呀。有姓沈的吗？有姓沈的怎么了？那我赶上这也不合适啊。你看看，我姓叔，你姓婶啊，对不对？我还老是姓栾吧我。反正说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嗯，各地有各地的艺术，哎，各地有各地的特点，那全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嗯，地方太大了，嗯，你看我说天津话说挺好，嗯，我出生成长都在天津，对，但是老家不是天津啊。老家说话呀，说出话来挺有意思，是名词也不一样，嗯，你比如说这脚吧，脚脚手足之情嘛，嗯，脚人人都有，对，只有俩没有多的是吧、哦、这脚是普通话啊，北京话不叫脚，嗯，叫脚巴烟儿，对，脚巴烟儿，嗯，脚咱明白，这不烟儿什么意思咱不知道，嗯，脚巴烟儿天津叫脚丫子，嗯，脚丫子，大脚丫子，凑脚丫子，大凑脚丫子，那折腾脚丫子干嘛？你看它名词不一样吗？嗯，到我们老家这词儿也一个字儿啊，叫脚脚脚。嗯，一来二去，我哥哥跟我嫂子在老家呢，我嫂子爱说这句，是有个口头语儿。嗯，甭管见到谁啊，非常的热情。嗯，比如说我嫂子见着你了，瞧我，咦，那娘了个脚嘞，就是显着特别热情，你知道吗？这是热情吗？不许不乐意，凭什么呀？嗯，不是，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啊？怎么不是好词儿？这口头语啊？这娘了个脚的，这差点意思。哎，你要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母亲的脚。那、嗯、对，这也不是骂人的，对不对啊？哎，不光跟你，见着我哥特爱说这句，是吧？恁这是咋回事？嗯，下了班不回家，那娘了个脚嘞！嗯，老在外头耍，那外头有啥好耍嘞？那娘了个脚嘞！你看。老在外头，恁那肚子不饿，那娘了个脚嘞！嗯，老说给我哥哥说烦了。嗯，恁这是咋说话嘞？你瞧，我问您咋说话嘞？嗯，张嘴闭嘴，娘了个脚，娘了个脚，这个话要是让俺爹听见了，可是不中。怎么？俺爹那小名就叫脚，这名字也奇怪。这他哪知道啊？嗯，我嫂子一听，当时脸红了。嗯，俺不知道。俺要知道那脚是老底儿，打死俺也不说了。嗯，不说了。好，娘了个脚嘞！哎，不是不说了吗？临别纪念，又找不一个。这是早晨的对话啊。嗯，这一天真不错。嗯，一天都没说。好，到晚上睡觉闹笑话了。嗯，我哥跟我嫂子一人一被窝。哎，我哥哥躺那睡着了，我嫂子躺那还没睡着呢。嗯，我哥哥睡着睡着睡热了。哦，把他这腿啊伸我嫂子被窝来了，跑这串门来了。这叫串门了。我嫂子一看。这个人睡觉咋不老实，
给推出来了。嗯，没到三分钟，我哥哥又把腿伸我嫂子被窝来了。嗯，咦，这是咋回事？又给推出来了。哎，第三回我哥哥把腿伸我嫂子被窝来了。嗯，我嫂子生气了，当然了，也烦了。嗯，坐起来了，一把我哥哥这脚抓住了。嗯，起来，起来，黑井半夜不睡觉，把恁爹搁俺被窝干啥嘞？他又搁这儿了。不让说那角呀，啊，所以说这个方言呀，有时候说不好就容易闹笑话。嗯，相声演员说学逗唱，这都属于说。对，说嘛，以说为主，以学当先，学就包罗万象了。嗯，老话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那是对演员极高的要求。是，那叫口技。嗯，另外来讲啊，学个地方戏曲啊，小曲小调啊，这都叫学。跟人学地方方言，咱也学了不少了。嗯，逗呢是把大家说乐了，这就叫逗。这就是我们目的。哎，最后一个字叫唱。唱呢？唱分这么两种。嗯，一种是太平歌词，还有一种叫数唱来宝。哦，太平歌词有唱的好的。嗯，你比如说汪兆林。嗯，老前辈。前辈啊，我说都是老前辈啊，常连安，嗯，杨少奎，好，吉平三，嗯，包括现在的郭德纲，唱的都很好。对，可惜这几位都已经故去了，是吧？哎，有很多年的，有猝死的。您先等等，您刚才说这么些位啊？对，有一位还活着呢，是吧？对。哦，对不起，更正一下，这个常连安，常连安还健在。常连安老先生，谁告诉你是这个长春社的？您等等，甭说了，甭说了。嗯，郭德纲，郭先生啊，还活着呢。不，他刚才说，我看他塞到后台，不就搭走了吗？我看着扔海里了，说是。你损不损呀？你不是这么回事，多新鲜哦！我听那侯震告诉我的，你知道，他就没实话。报完幕这一错身，郭德纲死了，扔海里了啊！我以为真的呢，他就给办了，他就。反正这个太平歌词啊，一会儿您要爱听，让郭德纲给您唱，嗯，或者让张云雷给您唱，哎，剩下的那个叫数唱来宝，嗯，后来发展变成快板书，嗯，挺有意思的。啊，天津、北京的朋友都喜欢听快板书。是，今天这么办，别开生面，在船上我给您唱回快板书，您欢迎不欢迎？好啊。可能朋友们有的头一次上这船，有的是已经第三次上这船了啊。这个不是，咱这说清楚了啊。不是，我嘴里不太利索。嗯。我给您唱段快板书，嗯，你别闲着。我怎么样？咱俩在这比赛比赛。哦，您说。我唱这一段，不是我起不瞧你，你呀。什么叫起不瞧啊？就是嗯，这叫瞧不起。不是瞧不起您，嗯，您都没听过。不能听过吗？我从小时候四五岁就听快板书，就没听明白。我是傻子是怎么着啊？你是？我听得明白。哦，那行了啊，我在这唱一段，嗯，你还不用详细介绍哦，你给我接上下句来。好，证明你有本事。哎，我也唱两句，能接上下句来吗？没问题啊，有这把握。嗯，听着啊，哎，听这是哪段啊？接下句啊，嗯，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接下句来，来来吧 ，please。我接你奶奶个孙子，很不礼貌啊！完了，接不上来，恼羞成怒，急了，我接你奶奶，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你说这话有什么用？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儿。怎么有啊？幽默小段啊？我没听过。这段就两只羊的爱情故事吗？您这是瞎编的，是吧？瞎编的，你会的少。那小段两句，啊，两句也小，特别小。你会的少啊？这是现在甭管大段小段，大段大家也听过，嗯，武松打虎啊，三打白骨精啊，劫行车呀，经典的大段是大段也简单。嗯，怎么叫简单呢？你把词儿背下来，身段练好了，语气练好，就能表演。嗯，最难的叫即兴发挥，即兴发挥，现编现唱。嗯，这个最难啊！会这个的演员已经快死绝了，死绝了都，就剩我还健在，是吧？嚯，即兴发挥，
我最拿手。哎哎啊，这我行。不是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就是有个小题目啊，你就能唱一唱。哎，甭管是谁出个题目，当时我给您唱一段，是吗？哎，这才叫能耐。那我就出题，你就唱吧。没问题啊。哦，合辙押韵，有板有眼，有故事性，嘿，还有趣味性。好好好，您出题目，那我就随便说呗。哎，什么都可以。行行行，您来。哎，看眼前挺亮的那个什么呀？这是灯泡。这个红的这个哈，对，朋友们可以回头瞧瞧，能应该能瞧瞧红灯哈。嗯，我一直没敢往前走嘛，大红灯，像这个啊，哎，来这个大灯泡，嗯，真叫棒，要是没电它不亮，你看还真合着押韵，对吧？唱啊，已经唱完了，哟，完了这叫多新鲜的大灯泡，还唱多少啊？哦，两句还少，这还等呢。我完完了，我换题目。哦，哎，嗯，这话筒，麦克风，麦克风，嗯、放当中、嗯，要是没电不出声，唱啊，完了，这就完了。然后音箱，大音箱，嗯，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这呢？完了，也完了。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的。哎，年轻人呐，搞对象呢，要是没电搞不上。去去去去去，把你搁海里去我。怎么那么狠呢你？来不来去就这两句，两句您就这题目啊。搞对象跟电有关系吗？搞对象，对了，你俩眼得放电嘛，对吧？哎，甭对付。搞对象有种过电的感觉。搞对象是大题目，两句不成。唱着搞对象。你得多唱、啊。行了，搞对象词儿、嗯。搞对象。嗯。它的规矩多，什么规矩？一男一女最适合，这不废话吗？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嗯，咱们游轮里边少，这个公园里边多，公园多，我搞对象就爱上公园。嘿，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嗯，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啊。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您啊，爸爸，不忒远，您这个远，你坐飞机去啊？飞机，坐飞机到了西藏，下了飞机，年轻漂亮的西藏姑娘、嗯、过来，弄个海带给你带上。那拿走，海带像话吗？就那白的那个，那叫哈达啊，弄个哈喇子留你。哈达，哈达，哎，给你弄个哈达呀，吉祥如意的象征啊。哦哦，搞得不错，结婚了，结婚，结婚，找个喇嘛给你主持。喇嘛啊，喇嘛一主持，我喇嘛，多有意思啊！甭那么麻烦，我要什么喇嘛呀？多好，这个好，有考有孩子考大学能加分。不不，我呀，我都快结婚了。结婚？我有，我快有对象。有啊。那我给你唱着结婚呢。你唱的好啊，这不是好事吗？是啊，要结婚。嗯。你跟我说，哎，我给你办辆火葬车。我别跟你火葬车能拉货。别这火葬车干什么？这车比较便宜。这是图便宜的事儿吗？还有卧铺，甭对付啊。嗯，小轿车，死心眼儿。对，你结婚，嗯，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哎、火不拉几的小轿车。不要那形容词儿，我给你办辆小轿车。哎，你结婚呢？嗯、你跟我提。我买点礼品送给你。好啊，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呀。有地儿搁呀，我送了 啊有电磁炉、嗯、有电饭锅，有按摩椅呀、啊、电脑桌，这个大电视，摩托车，大花圈呐、啊、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我都搬你们家去。不礼貌啊？不礼貌，谁不礼貌、啊、你搬我们家干嘛呀？大花圈，骨灰盒，谁说的？你唱的。哪有这词儿啊？结婚有送这个？没有啊。你也知道这理儿？你听错了，你再唱一遍。再唱八遍也没有啊。我逮你。有电磁炉，有电饭锅，有按摩椅，有电脑桌，这个大电视啊，摩托车，有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嘿，哪儿错了？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干嘛可能？你就是找茬呢你。啊，大花篮篮就是饼干盒，哎，搁饼干的。我听错了，你听成什么了？我就大花圈骨灰盒了。哎，你这眼儿都有毛病。你往下唱，往哪儿搁呀？往我们家搁。这个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嗯、有玫瑰花啊、茉莉花、这个芍药花，还有牡丹花。
这个饼干盒带花边儿，卖的都是功夫钱儿、哎。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一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啊，乐悠悠啊。每到这个七月十五，都七月十五了，你这都啊？怎么了？怎么了？上边沿儿，下边台儿、嗯，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哎，有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这不是骨灰盒，这是什么？新款饼干盒。你爱吃饼干，又爱丢三落四的，丢在外头了，人一看照片是你，人给你送家去了，对 对, 对, 对不对啊？咱别凑合行不行啊？这行不行啊？甭胡解释，你那意思就要老式的那个饼干盒，哎，真叫好，各样的饼干装的真不少，嗯，所有的东西都办齐呀、啊，我来给你当司仪，好啊，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啊，你们家了办喜事，那是喜事儿，怎么又不行？白纸，买黄纸写黑字，这是算卦的。买绿纸画一王八，买报纸，报纸，嘿，买手纸，别看，怎么都不行了是吧？废话啊，谁结婚这搁手纸啊？这哈什么纸？什么纸？买红纸，依着你买红纸啊，写红字啊，那还看得见吗？那你可太难伺候了，买红纸写红，那不都是顺色了吗？上回我给侯震唱的时候没这么费劲啊，多新，你管他干嘛呢？买什么纸？买红纸写金字，买红纸写金字。哎，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嗯，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四个新郎往外闯。哎，得得得了，你这干嘛呢？送起来是怎么着啊？集体婚礼啊，就我一人，就你自个儿？对，那可费钱啊，这是钱的事儿吗？就你这个新郎往外闯、嗯、敲锣打鼓喜洋洋、嗯、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咚咚 咚, 咚、嗯、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嗯、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她大伙默哀五分钟，怎么意思？咱们不是大伙要求你五鞠躬、哦、你冲着汽车六鞠躬、嗯、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她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哼、嗯、你看她秃眉毛啊，小眼睛，俩耳朵呼打呼打扇着风，弄一猪八戒。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嗯、新娘子长得俊又巧啊，你看她瓜子脸，尖下颏，细眉毛，大眼，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头上扎着个白头绳，她怀里抱着个骨灰盒。又来了，下面请您欣赏爱情演绎，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要没有几个大褂，你根本就干不了这行啊、嗯！净换大褂了，净换衣服了。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啊，哎、是，那下去休息一会儿，又换上我们来了。我一看你们的表情啊，我就发现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好多女孩是真爱于老师。嗯，嗨，大伙儿喜欢相声。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啊，要嫁给于谦，嗨，给郭德纲生孩子。嗯。那咱仨就好好过日子呗。嗯，怎么仨？还有个日本的，还有个印度的了。啊，对，好几个呢，还有啊。对，准备咖喱去、哦。喜欢于老师是对的啊，因为于老师在品性方面是这份的。您又捧我了。人很好。您客气。我举一个例子啊。啊。于老师连洗头房都没去过，这叫什么品评标准呢？您现在说洗头房，好多小孩都不太了解啊。二十年前。嗯、那是一个深受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哎呀，这叫什么喜闻乐见的？有一个小房子，有玻璃窗，有一小门、哦、点着一个粉色的灯，都熟悉。里边坐一大姐，大姐，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嗯，你把她那屋拆了，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对，人家不用的工具。嗯，那个地方很多相声演员都爱在那待着。是吗？他们说在那儿是采风。这叫采风啊，有利于出新作品。嚯、哦！但于老师没去过，我不去那地方，单纯善良，是吧？他都不知道那地方干嘛的。我这单纯吗？他从那儿就走过去了，都不知道，非得那大姐敲窗户喊他，还叫我噔噔噔。嚯、哦！玩会儿吗？好家伙，谁玩谁呀、啊？这个这么粗的声啊！于老师走过去能吓一跳啊！嚯、
多少钱？哎，别问价了，这我不进去，我问什么价啊？我认识说相声的人里边就俩人没在这个地方待过，还有一谁呀？那个人叫孙越。哦，孙越我知道，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对，可胖了。那我将近400斤，差不多。他没去过，他也是单纯，进不去。哎，对了，门太窄。他让人家出来，人家大姐不出去。怎么？我们这个行业没有露天作业的。对，没害，没有这词儿，没有啊啊。所以说，于老师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啊，还可以。于老师这点特别好，是吗？重情啊，重情是对的呀。6岁就爱上了他的表妹，啊，这叫什么重情啊？不懂事儿。表妹叫绿茶，绿茶婊啊，这词儿我们知道。表妹说不行。怎么不行啊？我不能嫁给你。是吗？因为以后我要嫁给王子。怎么就非嫁给王子？我的意中人叫独孤孤独孤噜嘟子。哎，您跟他说那就是我。嗯，表妹说我因为吃饭啊拿筷子拿得远，这就嫁王子啊。所以嫁得远要嫁给王子。怎么说的呢？果然越拿筷子越远。是吗？到后来两根筷子接着一块儿就这么拿吃饭。哦，长大后果然嫁给王子了，嫁给炸油条的了。哎，对，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嗯，这个谦儿哥在跟嫂子结婚之前，嗯，只是正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这不也很正常吗？叫彪子。哎，我那女朋友叫彪子呀。哎呀，这个彪子挺好看的。是吗？就是腿呀，啊，有点罗圈。哎，对，嗨，那叉车车模那是。嗯，没事的时候还喜欢化妆，化妆喜欢戴花，嚯，戴着一圈一圈的各种的花。是，谦哥领他走了街上，谁看谁问，是给谁送花圈去啊？什么花圈的呢？两个人是挺恩爱啊，我们俩还挺好。找一个喝甜水的地方，这儿一坐，水吧，每人拿着一杯黑珍珠的奶茶。前几年流行喝这个，你看我，我看你，能坐一下午，就这么爱看。大杯，哦，有一吸管。哦，叼着吸管，俩人，是吗？嘟，哎，嘟，哎，我们这是喝呢还是吹呢？这个，开心呢，嘟，哎，呛着了，彪子一下呛着了，是吗？这点黑珍珠顺着鼻子眼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太恶心了，这个，满桌子都是，就这么些个，把谦儿乐的，那还不乐？你瞧这。别捡呐！哎呀，呵，行了行了行了，别玩了，多恶心呢，这个！彪子看不了了，他也恶心了，夺门而出，人家跑了，谦儿赶紧追上去，我给追回来呀，啊，把门夺回来。啊，彪子抱着门跑的，合着，我说叫夺门而出呢，这个。最后两个人也没有走到一起，那走不到一起去。彪子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走吧。过客也是客，该接也得接。嗯，好，我这接客来了是怎么？接完了过客之后啊，后来遇见了嫂夫人，哦，就我媳妇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这是老话，俩人感情真好，我们有基础。到现在，谦儿哥开车带嫂子出去，嗯，无论到哪儿一停车，他得先下车给嫂子拉车门，这绅士风度很棒。多好啊！告诉您各位一个窍门。什么窍门？如果您在停车场看见一个男人主动拉车门，嗯，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第一，这个车是新的。哦。第二呢？这个娘们是新的。嗨，反而得有一新的。哎呀，嗯，真是特别恩爱。哦。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嫂夫人几乎承包了谦儿哥的所有工作。都不让我干了，洗衣服啊，买衣服买鞋，给他弄这弄那个的，哦，就拿他当废物那么养活着。什么这叫什么话呀？就这么恩爱啊，恩爱可以。我们在外边演出，谦儿哥讲话，我很久没有花钱了。怎么呢？您不需要我买，都是他替我买好了。这多好啊！这一回头看见剧场门口有一老太太啊，摆摊卖自己织的毛线帽子，这小生意，谦儿哥掏钱买了3顶。我还买帽子。哎呀，有日子没花钱了。嗯，再一个，我说帮助帮助这老太太，照顾照顾生意。挑了3种不一样颜色的帽子，都什么色啊？一个芹菜色的，嗯，一个韭菜的，哦，
一个青萝卜的。好，我买仨绿帽子，回家照着镜子挨个的戴，不都一样？嫂子看着呢。嗯，其实你不用买。不用买什么意思？你说一声就行。没听说过，有这么逗的吗？非常的恩爱，我们挺好的，俩人特别的好。嗯，刚才在后台脱掉演出衣服换，哦，于老师一换裤子，我都感动。感动什么呀？他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啊。其实，你先等一会儿，你回来。哎，你快少来这套啊！你给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情侣裤衩？嗯，哎，就别想，瞎编不行。我是听高峰说的。好嘛，就瞒着我一人呢。高峰听他媳妇说，他媳妇听我念叨。怎么那么转圈啊？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反正就说明人家这个恩爱。行了，我们哥俩这些年来，说句良心话啊，就算有什么别扭、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事情，如何如何，只要嫂子一出面，马上就摆平。啊，他能解决。哎呀，我心里又别扭，我跟谁打架了，或者工作上不顺，哦，只要找到嫂子，是嫂子一定会说服我。怎么那么别扭啊？这词儿听。嗯，你换个词儿不行？换个词儿是也是这点事儿啊。啊，当然，嫂夫人有别扭的事儿也会问我。啊，都可以问啊。打电话，你上家来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哦，多忙我也得去。那是啊，到这儿一敲门，嫂子出来了。嗯，一看嫂子穿个超短裙儿，什么天儿穿超短裙儿？在家里怕什么呀？再一个也不是很短。哦，到哪儿啊？到锁骨。哦啊，那不叫超短裙，那叫假领子。那个上头这个边儿啊，在这个锁骨的上头。是我问下边，在锁骨的下头。这不还一样吗？进来了。嗯，谦儿哥呢？嗯，你来的正好。哦，刚走。刚走啊，刚走叫正好啊。你吃饭了吗？嗯，我说没有。哦，来吃豆腐吧。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豆腐？红烧豆腐。哦，哎，给我切了一盘金华火腿。这是韭菜。嫂子，这是什么呀？嗯，这你都不认识？什么呀？有一腿啊。对，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呀。这个你们避讳吃吃着喝着啊，我给你包饺子。还吃饺子？老话说得好，嗯，好吃啊，不如饺子。哦，好玩啊？怎么着？不如饺子？哎，这不如包饺子。没听说过，哪有这么逗的？吃着喝着，嫂子，您找我什么事儿？哎，说正事儿。嫂子眼泪下来了。嗯，又哭了。我要问你，你跟我说实话。哟，怎么了？中国人有句传统老话。嗯，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嗯，我是拿你当我亲兄弟一样看待。怎么回事啊？说你们不管你们台上开玩笑胡说八道那是工作，嗯，但台下我是真心实意的疼你。哦，兄弟，你跟我说实话，我问你，跟我不您怎么了？就对对，你赶紧说，怪可怕的，这要吓我一跳。什么事儿，嫂子？嗯，我也问别人，别人反正不太清楚。对，你就说只有他跟你是发小。嗯，从小一块上学到现在。是，你可不许瞒我，你赶紧说。不是，您别，你越说越瘆得慌，我不吃饭了。你告诉我你想问什么呀？你就告诉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们上学的时候，嗯，他是不是也每天晚上睡觉前吃黄豆？对，你提这事儿干嘛？您这前后还都勾着，您这事儿。我告诉你啊，听我说相声，你一定每段都得听。是啊，要不然人家都乐，你不知道因为什么。行，你问这干嘛呀？我也愣了啊，怎么回事啊？嗯，嫂子汤汤汤汤汤跟我一说，哦，我是哭笑不得。这事儿怎么说呢？你们可能还记得于老师上学的时候哈。啊，记着，十斤干炒黄豆，不用再说了，嗯，三盆凉水。你记这干嘛呀？这个好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结婚。哦，还坚持着呢。他吃惯了。哦，开始嫂子说你为什么这么吃啊？他说我们说相声我们得说得唱，是要用气。哦，吃黄豆是为了补气。哦，这是补气。嫂子就信了。是啊，可是列位，他补气，气多了他还漏呢。是啊，都漏了。这个早晨6:30谦儿哥准时漏气。
我都定了点儿了。定当当当当令定当大的令大令定当，我放出一副板儿来合着。高峰那会儿就是根据他这节奏练的，大令定当，六点半准时放，哦，七点差不多能结束，半个小时。他媳妇儿呢，得到七点半才醒过来。好家伙，熏晕了，一睁眼，哎呀，哪儿那么大土啊？你想啊，嗯，一脸的豆面，呵，好，我这磨墨呢，我这。哎，你们都吃过那小吃驴打滚吧？嗨，可别，都多恶心！您这就差不多是那样。先打磨打磨。哟，耳朵眼里还有一整黄豆。嗯，好家伙！嗯，别吃了，没嚼碎的。哎呀，重新来一遍。前天就这出，后来嫂子上医院检查，有轻微的脑震荡。好家伙，崩的这。你这怎么弄啊？这玩意儿，后来就求他能不能不吃。对，不行，咱小的习惯，现在不吃受不了。哦，必须吃，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哦，哎呀，后来他媳妇给他跪下了，跪下，求你去出去找个外遇好不好？哎，好，有这么干的吗？怎么央给都不行，非坚持。媳妇儿真生气，嗯，你就这么放吧。干嘛？早晚有一天把肠子放出来。好，解气呢，他这气话。嗯，他哪能听你这个呀？不信呢，照吃不误。嗯，现在技术提高了，不用那个脸盆喝水了。那怎么办呢？桶装水，整一桶，这顶三盆。每天晚上一桶水，哎，十斤炒黄豆。哦，媳妇儿骂街呀。是，你就吃吧。啊，早晚有一天你把肠子得放出来呀，解着恨的，早晚把你的肠子放出来呀。别老说这个，不管用，一晃多少年就过去了。哦，这天早上起来，他媳妇儿给他做北京的小吃。什么小吃啊？卤煮。啊，就卤煮小肠。这就北京人吃这个。嗯，猪的肠子。嗯，炖出来的叫卤煮。嗯，洗着肠子骂街。嗯，你就放吧。啊，早晚有一天你得把肠子放出来。哦，我老说你也不信。嗯，这我媳妇干嘛这么阴险啊？这个老说她也不信。是有肠子了，这有什么用啊？我把这个扔在被窝里边啊，他一害怕不就改了吗？好嘛，拿出来都擦干净了啊。嗯，一整挂猪肠子。好，七十八斤啊。七十多斤，这猪才多沉呢。嗯，哎，哦，背着这猪肠子啊进屋。嗯，撩开被窝啊，走你。哎，好家伙，能把我从床上顶下去。对，盖好了被子。嗯，哎，媳妇儿出去了啊，上外边包蒜包葱。嗯，看着表，六点半了。哦，听屋里边叮当。嗯，怎么还疑问的呀？这个门一开，于谦的脸出现了。嗯，煞白。是，不要进来。哦，啪，关门了。嗯，又过了三十分钟，门打开了。啊，于谦一身轻松。哦，媳妇儿，原来你老吓唬我说把肠子放出来。对呀，根本就不信。没这事。今儿个你猜怎么着？怎么着？真放出来了。是啊，不过你不用害怕。怎么？我把它都塞进去了。我去你后来呀，没有连着的，您这个一说一乐，没错，不用较真儿。哎，啊，相声嘛，听完就是为了开心。嗯，当然也有那个个别的观众找过我，说什么？郭德纲。嗯，我就爱听那个不乐的相声。啊啊，我们家七辈儿啊都没有好人。什么意思？我就指望听着相声啊，把我教育成好人了。哎呦，我就希望听完相声啊，让我哭得眼泪汪汪的，我才开心了。是啊，我救不了你，您这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好，啊，牙根长太深了。这个，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也一般。嗯，能让观众开心快乐，我就觉得
很知足了。这挺好的嘛。啊，这个其实也是谢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对，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相声怎么说好？雅俗共赏。哎，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这就是辩证的关系。吾与你焉有荷花，这话好啊。嗯，当然有的时候也确实有人玩命指责必须要雅如何如何。嗯，其实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他给你提毛病啊，提意见，他不是希望你好，那是他是为了逞他的能啊。哦，你干这行你说怎么办呢？是全场好几千人一个乐的没有，我们还干不干这行了？就说是对不对啊。嗯，雅俗共赏。嗯，我们也不是不行，是努努力每一句话都用文言来说。嗯，那明天就没饭了呀，就没人听这，得考虑大部分观众的口味。对，你比如我，哎呀，我跟于老师我们俩好朋友啊。什么叫好朋友啊？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春风过无妻子不避此之谓好朋友也。嗯，是听着好像很雅致啊。那这明天没有饭了，就很多人不愿意听。太雅不行，但是太俗，太俗也张不开嘴。太俗怎么还不行啊？我们俩好朋友，这是俗着怎么说？我们俩好朋友，所以他，他吃食，我认为他很厉害。那本身就是很厉害啊。如果我们两个不是好朋友，这回呢？他吃食啊，也很厉害。废话。哪是这么比的？反正你吃食就觉得很厉害，不吃那玩意儿，是不是啊？嗯，俗中雅，雅中俗，是简单的俗就是很高尚的雅。当然，争竞这个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喜欢就好啊。嗯，那个谦儿哥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个，不敢说到圣人吧，但最起码来说，可圈可点的这么一个好人。您这太捧我了，真的啊。我们他结婚的时候，我在云南拍戏。啊，我说我得请假，于谦结婚，人组里说你走就得罚钱，我说罚钱我也得回去，就这么好的好哥们儿，知道吗？嗯，所以我必须得赶回来。嗯，回来他，哎呦，没想到回来了。嗯，我说多新鲜呢，一年一次是不是？啊，一年接一回，我这太频繁了吧，我这个结婚，哎呦，这边坐着他父亲他母亲这边，嗯，哎呵，老太太挺高兴的，是吧？高兴儿子结婚嘛，可不，老太太抓把瓜子跟着啊。你瞧我妈这闲了劲儿呢。老头跟那踏踏实实的，是吧？看着这几个女服务员，哎，好，他馋了，他这什么两口子这是？这边女方我们看着，哦，肃然起敬。他们倒没事儿。老太太坐在这儿，她岳母，哦，很端正。老太太，哦，教师，老爷子是大学教授。哦，你瞧瞧，他岳父戴个金丝眼镜，这不一样，头发梳的，西装领带，对，特别安静。哦，看这边。哎，好嘛！一会儿他岳父讲话，好家伙，我都看点哭了。讲什么话了？他岳父，嗯，谢谢大家。哦，啊，今天我很开心。嗯，我要先给于谦先生鞠个躬。给我鞠什么躬啊？我唯一的女儿今天嫁给你了。哦，以后你们就不是小孩子了。嗯，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嘿，就这么一个女儿，可能我会把她宠得不像样子。哦，日后过日子，如果有个对不对的，嗯，说的话合适不合适，请看在我的份上，宽恕一二。你瞧瞧，感动的我们就这个老爷子，人家那个岳父，你看意思就不一样，有文化。当然结婚之后，谦儿做的很好，我也不错呀，对得起他岳父的这番教诲。那当然，就所谓的出轨吧，比如一回两回，那个，其实说句良心话，啊，哎，没有，这地方别含糊，什么时候出轨？就是比如洗头房是去过一回半，没去过吗？不是刚说完，一直是没去，这怎么着？后来不是那嗨，倒霉倒霉，洗头房上了，啊，怎么了？洗头房那块要拆迁。贴个告示，洗头房要拆迁，啊，以后再来大姐姐就不在了，赶紧来，不来是傻子。你看，我还是想那大姐姐呢。你看她叫要进嘛，这啊得去啊。哦，到洗头房去了。嗯，结果警察叔叔来了，就给她弄走了。你瞧赶的那个啊，弄走到派出所，好家伙，那蹲着一溜啊，全逮着了，都各式各样的跟那儿。嗯，警察这么大岁数，你说打电话吧。打电话让单位来人来接来，让家属来接来吧，丢了人了都紧张。有的那个媳妇来了，进门又哭又闹。哎呀，有的单位领导来了给带走。嚯，谦儿跟这嘀咕，哎呀，正嘀咕，门一开，岳父进来了。
哦，他来了，老头直哆嗦，气的金丝眼镜都快掉了。哎呀，于谦啊，嗯，我说你点什么好啊？我打你吧，我是念书人，我动不了手，骂你，我这嘴我不能说脏字儿。是是是，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嗯嗯，你对得起我女儿吗？真是，老头真哆嗦。嗯。警察也劝，别着急，别着急。对对，你们两个认识是吧？认识，压在一块儿啊。对，把他也关起来了。嗯，好好，说相声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啊，这个到了于老师唱的时候了啊。连我唱啊。今天时间紧，来的人唱的好的有的是，郭老师、张云雷他们都在后边呢，拜，把时间留给他们，让他们多唱唱，好吧？要不把张云雷叫出来给你们唱一个啊？好，来来来，唱个。张云雷呢？没走啊？来，这儿呢啊？哎，张云雷是我徒弟，啊。这个现在来说应该是最早跟着我的孩子了，这德云社这些徒弟里边，如果说从现在来算，应该他来的最早啊。包括之前其实好多人是年龄比他大，但是呢跟我学都是在他后边。他来是这么大一小孩，那会儿管他叫小辫儿嘛，后边梳一个小辫子啊。当然后来这不就是这个在南京啊干了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啊，喝多了从南京那高铁那儿掉下去了啊，打那儿起就红了。这个方法其实挺好，但是不建议啊，不建议，因为疼啊。你们都喜欢他是吧？啊，行，好吧，那你们这么爱他，你们的男朋友知道不？这些个女光棍都是捧你的啊。好吧，就是祝福你们在一起吧，好吗？那寡妇失业的也不易都啊。张云雷他们要让你唱一个，唱一什么呀？清水河呀，啊，这臭了街的玩意儿你们爱听，啊，还什么？啊啊啊！行，好，他们让你唱一个，你随便来一个呗，啊，嗯。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流。来到了我的门前呐，篡改我的名著，都给我搅和了，他们。来来来，再来再来啊！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好，谢谢。这倒好，来来来，我不搅和，你好好给他们唱两句啊。嗯嗯，唱一个啊。桃叶尖上尖，柳叶遮满了天，再起为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啊啊啊啊啊，我有一个小曲儿是谦儿哥最爱的，叫《青楼遗恨》。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他跟我说，他后来不喜欢这个小曲儿，喜欢这个地儿，你知道吗？这是过去的老的小曲儿，《青楼》嘛，就是。类似洗头房那种地方，有一个大姐姐，啊，我的大姐姐，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太顺心，想嫁人从良，但嫁谁很难受。有这么几句小曲儿，我给你们唱一个，你们听听好不好？好月呀，当空啊，如同薄。啊啊啊啊啊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斜倚栏杆满
难免忧愁啊，哎呦，血已阑干，两泪交流啊呀，我有幸从良啊，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的是流浪江湖不得自由啊，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